天可以从经里多次的那个时期，徐沉迷密就徐沉迷中，也是多次的成熟的阶段。那在杭州跟王凯度过了一个多次的会同写和三书期末的过程，当然香港的课题它都有一些表现，但毕竟啊，在杭州的环境，在一个诗与歌歌乐比较盛行的那个地方，那个东西也非常多些。东方立中的杭州也不一样，然后通过这少的推动呢，遇到的一个环境，那词的书法很强。而且我们看到中国的杭州立中里面的老名诗的，在这个时候就更深刻，有它更深沉。那东坡在杭州三年任马呢，他就由于他的弟弟在前一年已经调到去山东的齐州、济南那边去任书记，所以东坡趁三年一调，他也觉得有机会跟这个弟弟在一起，所以就请调到山东的地方，所以朝廷呢就决定就派他去毕州。东坡39岁开始，从秋冬开始起行，冬末去到密州。密州啊，前身就是胶州，它是三国的第二州。他办公啊的治所都在驻州，称高东吴，而且汉东坡是元阳，感觉数字都望远可以提到一个地方。那实际上，他都刚刚你讲到的，密州在山东半岛东南的风俗比较弱，而且人文的情况也相对是比较清冷。后来通过写了一篇文章，就朝他来讲，很清楚的表达出在杭州和密州的这个对照。杭州不管是衣食住行各方面都是最好，那到密州的话，衣食住行都是更为富裕，落差非常的大。我讲的词呢是用相对比较的呈现，那个声音的落差越大，张力越强，所以中国词呢写得那么好，有一种环境的作变，对他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他的词的这个时候啊，就每个题材方面都有一种深刻变化的呈现。所以弟弟为他取名叫超然，当然不是没有原因的，希望他个人能够看得开，超然物外，没有什么外在因素，反正没影响，调整他的心情。那作为兄长的哥哥，当然也了解到这一点，他也是多少努力，在行为上都有微妙的表现。这反映在词里面能看到一个很大的变化。这么说了，在风格上面，前面我们看东坡写沁园春这个弟弟的在。马上起行往密州过程中，我们上次看过有强调，用比较舒淡的豪迈的语气对唤醒往后的这份豪情，作为跟弟弟见面前的心理准备。另外的东坡写的思乡或者送别的词，都是非常重大的，在词中表达的内里的一种深切的一种感受。那这些在后面词当中的密州以后，就强化了这个性。那么说呢，豪情呢，它要推到极端，那么婉约、悲切也推到极端。通过同样的一个词牌《江城》，把它完成。一首是从豪情表达的，就是你就初恋，来介绍老夫的话、少年的话，第一句就知道他对老这个事情的对抗。还有的就是另外一首《十年生死两茫茫》。这悲痛的、至极的那种一种感情，面对死别的哀伤，东坡就这个时候啊，就不利于表达。那对他来说，词意不必要，是可以抒情的问题的，充分把它分写出来。那对他的生命境界，我觉得是很大的一个意义的，把两词体在经典体里面发挥的淋漓尽致。当然，我们说直接死别的后生呢，在这个发展阶段，对不对？它有这种调整的机制，所以把豪瓦的功德看到最后，我们发现呢，在过一年后，东坡就正式写了个弟弟，那首词给弟弟。本来来到密州，他满以为可以
一场所愿跟理解的，没想到地这个地方，刚来到有一个汉族大学，我到处啊去就救灾，还有了很多的道人，还有剿匪，所以呢根本无暇去跟地见面。一年后，终究也被封封来的，提了一首很有名的诗，水流歌头。因为跟地底啊呼喊这首一首诗，这份情怀也有什么滋润的作用。再以调整东坡全景啊，别离的伤痛化为一个清化的意境，如何啊去呈现？当然这个里面非常清楚的表达，但这些几段就是说啊，一出了就重新的看过镜头，没那么样的游戏。那等一下我们看到整个过程的发展，我们先回到东坡刚来到利州时候的那种时期。请大家翻开我们的书本，在76页，就是51首的《蝶恋花》。我们先从这首诗开始。《蝶恋花》词题是“密州上元”，密州上元节，元宵节。那上元节最重要是要看月亮、看花，啊，花灯相映，是很美好的一个情绪。中国从汴京到杭州都走过。全国最好的元宵节，现在来到我们利州，我们做这个落差很大。我们先从这个词开始，就会啊看到东坡密州词的一个底蕴，基调是怎么样？如何从里面去疏解，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前提。我们可以啊先从这首词开始，是这样写的：他说，灯火钱塘三五夜，明月无双照见人如花。帐底吹笙香吐舌，更无一点尘随马。寂寞山城人老野，击鼓吹箫却不闻丧事。火冷灯熄霜露下，昏昏雪意云吹也。以前王维说，词以境界为上，是有境界。当然境界讲起来很复杂，但是从首词来说，我们最有看的是结篇。词大概都是从啊眼前的景抒发情怀开始，到最后收尾。那大体词都是这样的，出走伤情是常有的事，但最后能够面对的情怀，要看出每个人的生命意境。你是一往情深栽进去，还是有所提升，再去对抗一份豪情或者拒绝，就各有表现。所以最后的一句就最看出人的面对的时光，就变真正的是一个心情境界，都从里面看出。这首词的实际上写到后面的越来越低沉，到处了充满了那个雪的，像个愈下愈下的一种阴郁的一种感受，这个意境是比较低的。我们看到秋收尾，看不出来，但关键在哪里啊？谁要你让我比较，你就很自己的走马浪，对不对？好，我们看这首词，一开篇你在密州上面，中国就是忘不了刚之前的3年的地方，在杭州的情况，之前在杭，现在在汴京，你怎么样面对现在当下的情景？就开篇先说了，那密州上面的结果呢，不是立刻面对眼前，他避开不能谈，这个地方根本不能上兵兵的，一开始想已经忘不了过去的美好，前灯火前堂三五夜。好了，京都都充满了过去的美好记忆，灯火钱塘。钱塘当然就是泛指杭州的一个杭州元宵的一个盛况，大家记忆也非常的清楚。那元宵节当然最好这里就是有灯嘛，有月，还有游人，这都是在词里面提到的。就欧阳修说嘛，就是月上有烧烤人有黄昏，或者元宵节都是大家比较最美好的一个节日。他说三五一十五，东坡很多时候呢在词里面呢对时间的一个意识是非常强的，你恰恰的知道了那个十五的扣前面的上元，那是圆月之时，灯火天堂三五夜。好，这个晚上怎么呢？明月如霜，我第一次看到东坡的真是霜来形容的月光，本来这些没有什么，李白会说嘛，疑是地上霜，对不对？明月如霜，白净的一片秋叶，然后散布在地上，如霜一样的白，一样的洁净。以后通过用明月如霜这个形容月光，是强加强加。对他来说，就是那种很清冷的感觉，那种寂寞的感觉。当然。
南国文化区的头孟露娟就讲到了雌性在阴部中的那这个文人呢，在讲的男性的自我，当有自我这个挫败头，一个比较阴部的内在的出纳，性的出现是什么现象呢？一种有洁癖感，一种干净的画面，一尘不染，环境的处理呢，就是一种很宁静的内在世界。就是我这种氛围出来，现在多少就开始出现了，啊，你在这看一步一步来的，都看得出来。第一个是明月，它不是明月很灿烂哦，不是啊，不是光天是明月，很冷的感觉，我们说了一种洁净的感觉。好，第二句话什么？照见人寡，在上面照下来人无大多的景象，但那对他来说，回忆的画面。当下是回忆前面的画面，好像哪里觉得是当面不出来，自己去服侍一般，所以呢，现在想起来都是一种画中的这美好景象。当然，人入画的应该都是美好的景色，所以这里面其实要写出眼前美丽的一个特色，也是因为通过回忆所想象的一个画面，所以照见人。好，这是视觉和触觉的感觉。反正作者认为呢，沉醉在其中了，其他的感官好像都是已经全都过去了。而那天晚上，帐里吹声响不绝，多美好，各种感官都是非常刺激的。听着声籁的，就是帐里吹声，在那些罗帐里面的传来的，外面的都是他的通宵达旦的去忽略的美好佳节的一种节目的。然后呢，一些。生肖啊，不同的断层啊，罗帐里面传出来，还香吐舌，吐的是麝香，一种很高贵的美好的香料。但这个是在钱塘，在杭州才有的享受，你闻到的是最好的。刚刚我们讲过，味觉是尤其嗅觉是最容易唤起记忆的东西，这种我没办法忘记，但是走在其中，而且一直不忘的香。这些感官都是在过去的经历里面一一浮现的，有视觉，有听觉，有美好的嗅觉。而这个地方呢，更无一点沉睡马，众人络绎不绝了，看不来的骑着马的大街小巷，但是地方太干净了，没有了泛起什么尘埃的，它就塑造了非常宁静、干净的一个心灵世界，更无一点沉睡马。我讲的这个是一个极端，但此人呢，你总要有内在的伤、挫伤之后，他有一种回到自己内在的一个世界，我觉得会慢慢伴随着心理的洁癖，都成为了自我的形象，到了一种呢，既有一种物质的一种迷恋或者单力或者喜好，但你不能够住在物质里面去留恋，也有精神的问题，所以里面很复杂的情绪的。既有了现代人的物质性的一种一面，但也有精神高雅的清亮的一面，两者相互就是很矛盾的体验。就我们这种词人心情有一个很比较特殊的地方。好，更无一点沉睡。那么看看，这里不是没出处的。我相信东坡当然读过这个诗，《宿卫道》有正月十五夜。《宿卫道》啊，是唐代初唐时候的一个名人苏味道，那有个说法是啊，他是武则天时候的一个时期来，后来他就往南迁移了。就听说啊，苏家有两个，一个就有一门的苏家就进了四川，就是苏东坡的祖先；一个就到别的地方去。所以啊，苏味道就可以说是苏东坡，他真的是他的后代了。好吧，这个前辈诗人，所以东坡也可以说啊，诗是儒家史，如杜甫所说的。那苏味道也是个诗，所以他引用他也没什么。所以你当然他做个比较不一样的一个处理的。他说：“暗沉随马去，明月逐人来。”那这里面呢，他是个诗人表达，但写就懂哇，人的络绎不绝走啊，你走过的时候呢，尘土啊，尘土会飞扬，但很多人络绎不绝去参加车水马龙的一种生活。那明月逐人来，那是很美的画面，也是正月十五。那不晓得他写哪里的。很多人同样这个开始动作就把它变过来了，不是你还有沉暗沉水马去，东坡就写到什么更无一点沉水，你沉在那里，那地方多干净，
是不是真的状况不知道了，但是回忆起来一切都美好的，把这些夹子通通排除掉，保持着你明明的一面。也许通过你这个来经历一个这个有改变的，会这种美的大力量，也是一种回忆处理的方式。啊，实际上应该苏味道所写的是真的是这样的状态。以前的马路不是我们的活跃路啊，有这样的感觉的，走起来多了程度非常是强烈的事情。你通过这件事情来实际上未必是实况，也许是经过一种心灵的一种重新改造的，变成一种呢美丽回忆的一个图像，更不一定存在，这个只能存留在他的记忆中。不愿意，当然这里有洁癖感的另外的意思，就是一种不愿意同流合污，把自己下坠的一种事。好了，来不及你的东西呢，快点对照。刚才回忆的全堂，不管是视听各方面都是很重要。那现在，如果这个我们所说的曾经沧海难为水，谁要有去过全中国最好的两个大都市，一个是汴京，一个是杭州，这样来到密州。当然，东方应该是求人得人的，是自己愿意来的。但偏偏这个时候，正月十五元宵，如果立刻看到他地理，大概这个都会清楚了。他应该会很快乐，偏偏地理这个元宵节没办法见面，所以增加更大的一种哀愁。而且我刚安顿下来，又要去上班，而且今天晚上呢，本来应该要放假，今天他还有事，叫出巡去啊，看看农家的生活，难怪有那么样的一种悲凉。好，来到这里，他说什么？一转眼过来，一堆叫什么？寂寞山城人老矣。这是密州词典的一个基调，这个寂寞山城。寂寞当然，现在他一家来到这边，也有多少朋友的，身体当然是有一种寂寞的感觉，更重要是一种啊，没有公平之心的无法完实践的一种心灵的一种感受，寂寞山城。那密州就是要在。不是平坦的地方，这个山城，而更重要是的，空间的孤绝感，还有呢，年岁的一种啊，向我带来的一种创伤，人老。我们从38、39岁，东坡有啊老病之感受，来到这边，东坡不得不承认，这里人是已经快死死的，他不得不真的人老，体力不如前，而心情的更加的疲弱，寂寞山城人老。那这个如何在面对这个环境、这种变化和时空的感觉，就是未来密州这几年呢，它有诚恳的去面对，并加以疏解的一个重要的课题。好，在这个地方，为什么感觉？你看后面呢，那对照，刚才是战笛吹笙相吐舌，这里呢，击鼓吹箫。元宵节不是没有活动吗？这里有啊，敲锣打鼓。那音乐对起来真的不那么一样的，对不对？以前的在一个啊很美好的环境，歌楼妓院，家家户户欢乐的情景，这里很冷落的环境。在这个地方也不是为了庆祝元宵节是吧？它是确立龙山寺，这个寺就是祭拜土地神的一个，可能今天晚上有活动的祭拜土地神，所以呢，在呀龙山农村的地方里面呢，大家就举办这个活动，邀请长官去参加。所以这个晚上，这个他不跟家里人一起的，会有公务去巡视，他在人家的地方拜祭的活动，确定龙山寺。那之前杭州呢，今天是放假的，很轻松自在。今天呢，还有公务在这里，这个就更加很强烈。如果说今天来说挣脱这一点，对他来说是非常厉害的。啊，这是从生命来的，而且呢，当日啊，钱塘灯火通明。前堂三月或者五月以上，这里呢，火冷灯熄，火冷灯熄。这地方人口比较少，在山城哦，那天晚上大家也没有那么样的通宵达旦的活动啊。所以呢，除了参加那个龙山寺的一些啊比较热闹之外，周遭一切看起来都是非常的稀稀落落的，火冷灯熄。作者故意强调这点，这是冷清清的，灯也不多，正上有点焦点的。而且加上什么霜露下，在比较南方一点的，在江浙那在杭州，那是明月无霜，没有下霜，没有下雪，是无霜，是个形容词而已，还是比较暖和。但这里面呢，确实呢，你身体感受真正的风寒的，因为有下霜下雪，霜露下，霜露也罢了，还想到什么呢？
看到眼前的昏昏雪意，云垂眼，不止霜露而已了。那现在你看看，红云密布，不久之后啊，这个元宵里头可能啊，一场大雪将要降临。这些起来是很不应该的低沉的气氛，霜霜雪意，昏昏昏雪意，云垂眼，一个昏昏，一个垂，慢慢写出一个那个低落的心情的投影。昏昏雪意，云垂眼，突然词会有一种比较低落的一个情怀，透过音象表达出来，说人不是站立的，是栖枕斜靠，或者呢垂帘，对不对？太阳下山落雨，这里面昏昏那个垂看不会一般词的情调，但在中国来说真的有一个，这个时候看得出他来到密洞刚开始的郁闷的心情，这些起端元宵节的时候的心思。好了，在这个基础上再看看第二首他的短篇的这52首的江城。过了5天之后，正月20日，中国人不晓得为什么欲有所思的夜有所梦，居然呢，我们从词里知道他可能是梦见前妻，写了这首很有名的词《江城子》。乙卯正月20日夜寂，他从白天到写到晚上，然后他醒后都提了一句词，而是蛮痛苦的，当下的感觉一定人难以为怀的，欲有所思夜有所梦，梦醒就呢再有恢复这个记忆，重新再梳理。再一次受伤害，也同样去梳理的情绪。这个词我们讲过了，词能表达出来都是有所解释的，而还没写之前，那种悲切情怀可以上是的。那这个当然是太勇敢了，我们说他面对的实际上当然是可以悼念往昔，但更重要还是个时间课题。10年之后，东坡勇敢的面对你的情怀。那我们讲了这首词啊，我们先看内容。说10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长关处，明月夜，短诉当。这是大家都很熟的，你看呢，金庸的武侠小说里面很多，世间情为何物，对不对？除了这首，大家最熟悉不过这首，所以以前考试大家最喜欢哪首，通常都是这首。也许东坡写多了，而对这种印象还是这首，跟你原先的记忆里没有什么出错。那我们讲的好，这跟东坡前期有关吗？我们顺便的附带说说东坡的感情世界。东坡他爸爸当年小有土匪啊，在儿子啊成年了 啊要带他们赴京考试。书家呢人口太单薄了，东坡先有个书家送葬，然后呢不久就夭折，东坡就变成长子，后来3年后才有一个书生子由，但人口很多，两个人不跟着爸爸去赴京考试，万一有不测，那书家就没有后代。这父亲安排好，给东坡19岁的时候呢，先就成婚，那就娶了16岁的王胡为妻，他们两个相差13岁，所以王胡是跟子由是同年的。那王胡啊，他的爸爸叫王方，他也是读书时相共进士，那儿女儿也受过教育的，所以呢，王胡啊也知书达理。叫东坡3岁，然后呢，很所以嫉妒呢，他很难计算，功夫啊，然后呢，也很聪慧，跟东坡呢，实际上有蛮能够聊天的、谈心的一个家伙。那再过一年，子由也有娶妻了，对，两兄弟又准备出去。当然，他爸爸做了很好的规划的，不仅娶妻，最好呢，太太都怀孕，确定有后了，他才大方出去。然后第二年呢，子由也结婚了，娶了史家的女孩子为妻，史姑娘。然后呢，他就过再过一年呢，他就带两兄弟过去。那可说了，结婚之后啊，他有一段短暂的分离。那东坡就赴京考试。我们讲的东坡考试啊，
的确很顺利，没抱没想到的考试当下，后来就接到家里的噩耗，原来妈妈就会在他们考试的期间就去世了。一方面很兴高采烈，但没想到最后得到这个噩耗，很想跟母亲去分享这个荣耀，但是来不及。所以爸爸急得马不停蹄，带着两个小孩的父母，大家人去葬了自己的那个太太。等到守丧之后呢，父亲再带他们两兄弟再出来，再参加诗歌考试。那个时候呢，是东坡的太太还有侄儿太太也跟着出门。后来东坡考了诗歌考试，就跟东坡呢就去了啊陕西的凤山为官。那个时候才真正过着夫妻甜蜜的生活。之前真的很渐渐有些记录的时候，东坡真的没想到，一家都是女孩子，然后他也有小孩出生，但是呢，我们想东坡的家其实并不富裕。当然，他妈妈或者他的太太写信都告诉他没问题，没问题。但没想到回到家的时候，看到了妈妈去世，一家都是过的生活很贫穷。所以东坡当然有所承诺，要带他的住在给他幸福的生活。但很多记录了东坡带太太去到凤山的时候呢，哎，有说了他很精明能干，然后也能够留很多心情。但是呢，他觉得东坡是个心直口快的人，太容易相信别人，所以他随时帮东坡去留意一些事情。有说法了，当东坡跟客人在那边客厅聊天，他就偶尔就走过门边，然后一样站后呢，偷听了他先生的讲话。好了，当客人离去了，他就跟先生就分析朋友讲话的内容是想做棋子还是中肯的，所以呢，就要多多多说留意，或者呢，就鼓励他去跟人交流。就没想到迹象呢都是蛮精准。后来东坡回想起来，原来自己太容易相信别人了，太敢就是能够判别是非好坏。东靠的东坡的政治上有些事业的时候，往往都想起一个太太来。为什么朋友以为很好，结果用太太说的，最后就出卖自己。但这种都有故事。好了，等到东坡在凤翔做官三年，然后29岁，他们30岁的时候呢，回到京城去。2月回京城，5月28号，太太去世，享年27岁，东坡30岁。但呢，那个时候啊，朝廷事也忙，爸爸也在那边有点啊身体的不舒服，所以呢没办法把太太的灵柩立刻就移灵回家乡去，只能停坐在汴京的那个附近。然后等到第2年爸爸去世，他们才要一家两兄弟就把附近跟太太灵柩移回家乡。回家乡的时候呢，太太的陵墓啊，就葬在爸爸妈妈的陵墓啊，80尺啊，那个是八度，西北八度之遥，就是很附近的地方。可是啊，王夫人生了个小孩的苏曼还年幼，东坡也不能够守丧过后就先出来，所以在长辈的主张之下，东坡就不得不另娶，就娶了太太来照顾上。那娶的是一个王府的堂妹，叫王润之。后来王润之生了两个小孩，一个苏曼，一个苏武。东坡很感激王润之，尽管是堂妹，他视苏曼为己出，非常崇拜的小孩。东坡真的很感激他，一直带着小孩出。好，等着东坡来杭州，从杭州到密州，那家里面事实上呢，有多了两个成员，一个就是呢王润之生了个小孩，再来就是在杭州收了一个小丫鬟，小丫鬟，一个小妾，一个小丫鬟就是娇宁。后来娇宁就在王润之的主张下娶她为妾，因为她自己身体不行，也相信那个小女生，所以让苏弟东坡娶她，娶她为妾。后来在黄州时期的娇宁也生了一个小孩叫苏顿，大家可能不认识苏顿，因为他没有成长。后来就夭折了。在他出生之后周岁了，东坡为他写首喜儿诗，这个小孩子快到长大，他很熟悉这首诗啊，人见养子望聪明啊，我被聪明误一生，但愿无儿于前路，无灾无难到母亲。这个小孩子不要太聪明，太笨一点也学会了。这首诗实际上是语带讽刺，幸好先生把游戏制作
没有人去注意到。但没想到等到东坡离开黄州到汝州的之前，小孩子就夭折了。去世那一天是7月28，也东坡被捕的同一天，7月28，也是东坡的去世的同一天，7月28。7月28对东坡来说是大忌，很多的事情发生，各种的生离死别。好吧，这个是那个外话了。我们今天还是王子。那刚好呢，东坡太太姓周，姓王和王允，他的堂妹当然也姓王和王允，也很巧的，周云也姓王。东坡中的妻妾三人，通通都姓王。好，这首词就在这首诗就在10年之后，东坡来到汨州。突然不晓得为什么今天的正月二十日的晚上的梦见亲戚，当然应该是借欲有所思才夜有所梦，对不对？就留下了这首著名的词，那首我们说大悼亡词，就悼念他的亲戚王夫人。对，里面没提到，我们说他的东坡写的真的实有其事，不可能只是虚名虚构，应该如果算时间，应该就是王夫人，对，刚好就是十年。东坡太太去世那天是他30岁，现在40岁就离世，10年当然就是没有。但是为什么是这个晚上就想起的，就不得而知。起码这天不是太太去世的忌日，他去世那天呢是5月28，不是今天。我这也无妨，那这个情绪是积了很久。我讲过了，太太去世，东坡真的很忙，爸爸也在身边。为他写的墓志铭已经够了，因为是其他的诗文了、书信的墓志铭，都只有没谈到对太太的悼念的哀伤情绪。也许是男儿吧，不应该把这情绪选择。以前写夫妻情真的不多，可是当过对词人驾驭很久久了，再也熟悉文体的抒情心，没想到这个时候他也很勇敢的把他拿出来的书信，一并呢把这个情况做一个处理。好，前面先说的十年生死两茫茫，他写了夫妻的一个生死相隔，彼此啊10年来都没有消息。我说，当然这个是实质真的10年，两茫茫就说了彼此幽冥相隔了，互不相知，渺无音讯，所以茫茫者不清不明之貌，两茫茫。中国人因为人死后还是有灵魂。有知觉，但是因为现在幽冥相隔，我也不知道他过得怎么，他也不知道我这边，当然彼此都无消息，不同消息。那这个在杜甫的《哀江口》写唐明皇两个追求故事，也用了同样的一个句子，不过他有一句在里边吧，他说这样，他说去是彼此无消息，去住，去是离开人世，指的是杨贵妃。住了才住在人间的那个唐玄宗、唐明皇，一死一生彼此无消息。东坡所写就是一个情况，十年生死两茫茫。但是东坡现在肯定比较抒情，因为他写出的两茫茫是一种哀叹，不晓得茫茫不清的一个状况。但是就是这个情形呢，你说东坡真的忘情没有？是上面一句说“不思量，自难忘”。那个梁跟王啊，都是读第二声，都是亮，不是旺，都是第二声。那这首词啊，将近压平声韵的，不能压不冲，不思量，自难忘。那个不一个字，有种好像自相矛盾的，明明是否定的，好像有，真的是忌讳。当然，我们不知道去文法里面去纵观它，但是其实上呢，这一句话看起来也很平淡。但事实上，正是我们人的常有的感觉。他说不思量自难忘，意思就是在意识里面，我也不必随时随刻，也不必刻意去思念。自就是本来如是，本来就无法忘怀。我们不是这样吗？不思量自难忘。很多以前我们从成长过程中，从幼稚园的成长，国小、国中，交了多少朋友，喜欢了多少人。常常都是不思量自难忘，没有特别想起，不然为什么突然有一天在马路上碰到那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就勾起来的，就有点没忘，曾经发生的永远存在。其实实际生活里面，我们无法就是整个都套出来，不断的思念着。你说刚认识的
啊，整天腻在一起了，好像就室内的对方，那是可以的，当贫贱夫妻大的一件回事。我们刚才记得父母不是有这样，很少说啊，我喜欢你，我爱你，都捏在嘴唇嘴上。但是往往就当一个生病啊，一个住院的，一个不在人世的时候，另外一个人知道生活上缺了他，就是有点不如意，不那么美好，连找个衣服都找不到，你才知道什么不是这样子。没有刻意的想起去思念，而自己无法忘怀，因为对方妻子已经成为生命的一部分，永远在你的心中忘也忘不了。就说这些句子，我们很少去看这样写法，他真的写出了这样的状况，表面上你觉得不会口口声声都写的，更何况中破迎娶的一个状态。但是有的时候情感不能说从一个人抵消另外一个人，不是电脑里的一个东西存在，高手的还是把东西装出来，可不是人老的无法完全把它排除掉，所以一上去就希望对方，哎，忘掉你的前面的情人，就真的是强求于人，很难的，他可能就纠结了你的复杂的情绪，很难去排除掉。好，以前呢可以朝夕与共，到了无话不说，那现在呢？东坡说，因为是千里孤坟的同居，万化齐扬。东坡现在是山东密州，太太就站在四川家乡，真的就千里也不过了，真的是遥遥无期。以前在一起，我会跟他多说的话，但是呢，他是孤坟，想象他呢，他就站在家乡。当然，东坡有所安排的，他的爸爸妈妈是站在一起。那他的太太站在比较北的八步之遥的山那个洞穴里面，那另外有个空穴等待东坡，也许为未来去世之后，他的后代家人会把他移灵移到他家太太的旁边。现在太太就没办法，只能呢孤单站在那边，就成为孤坟，千里无处话凄凉，没办法就诉说出我啊现在这种凄凉的心情，当然想怎么跟你说都没办法。看得出东坡的心情，很少有对话的不充，他在倾诉他的心情，也许对他的愧疚嘛。但是呢，人在何处？人最怕这样的有口难言，能说的永远无法别人听到，所以呢，积郁的情绪就越深。但是东坡有退步心，有时候相见真别不见，你很想见，但最后真的要有机会见的时候，往往人就会害怕。你用什么心情，用什么样的面貌去看你所看希望看到的人呢？我应该就会退却，所以他退不下嘛。纵使相逢应不是，尘满面并无所。西方有一谚语说，人早夭也许是幸福，为什么？对他永远都保持最年轻最美好的样貌。我用这里安慰大家吧，早夭不是好，起码他没穷没老过，你怎么回忆他永远都保持冻龄在他死的那前面的那一刻，这是非常美好。多年想到了，好，十年前他太太27岁去世，他自己30岁，十年过后想到太太都大概死后不会再来吧，还是27岁，而自己已经是10年就40岁。多想想的，纵使相逢，纵然好，我们能够隔开，能够冲破那个防备，跟你见面。但是问题是，我看到你是怎么样，我还认得，要永远不会变化。你就是冻龄在27岁以前。但是自己呢，他也没办法经历你往后变化的一切的，所以我就放心了。因不是料想你可能不认得我，我还可以静静的知道你是谁，看得到你。但是呢，怕的话你认不出，为什么呢？关键的后面两句，尘满面，鬓无霜。如果你想想，东坡30岁回到京城，当时东坡考上不错啊，韩琦啊，福建提啊，他提到过，希望能够了啊，应该是让他的地方历练，也许有机会在啊朝廷里面任的有任高官的。啊，真的在外面3年的回来，所以在太太的眼中，他看着自己的先生年轻英俊，很有前程，当时是指日可待，也想让自己的小孩有更美好的一个未来。但万没想到，10年后东坡所经历的，就是他太太没办法想象，
王安石执政，东宫被人调到外面去，一切都落空。所以杜牧在这里面呢，有深处就一种叹恨。好了，即使啊，他说我两个人能相逢，我还认得你，但恐怕你怎么样都认不出我了。关键是因为这十年来的生活的折磨、岁月的摧残，我已经变得太多了。陈满美他的那风尘仆仆、很不安定的生活，这个你看调来调去，不晓得你的时候。而鬓如霜，头发在这十年里面已经要变得斑白了，这是很难受的。如果你关心一个人真的很怕，不晓得对方看到我会不会因此会难过受伤。所以东坡说了，你现在的容颜不仅变老了，心智也不是昔日的那种豪情万丈的东坡。你的先生已经啊备受啊摧残和折磨，我看得清清。在这样的情形下，有什么可以告慰于你？人最怕是这样，就是很害怕的伤害了对方，让对方难过，所以啊，宁愿我就躲避开好了。陈满美并不说，其实这是相当沉痛的。纵然相见，有时候呢，真如不见，而且呢，我们说近乡情怯的这个情况，怎么样去跟故人呢重逢？所以能见面都是这样，应该是不错的，所以才可以有很美好的一面跟对方去交流。但是呢，如果有一个低调起来失意的人，就会伤。现在有伤就是失意。但问题是，你意识到伤不见了，但是已经勾起那份回忆了。所以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所以要上面写到了梦中的境界，夜来又梦，哭还乡。这个呼应感很好的，本来你打算呢，哎呀，不要再见面，见面也很难过。没想到呢，梦中一个呼字，应该多么的惊喜，真的不要加上去。好，这里写出了那种梦中的情景的鲜明，不在目前的，好像一切都是的一样的，没什么改变。不过真的不断的恐惧的，眼睛所看到的都是啊历历在目的，没有变化的一切。当然，我刚才说的有惊喜的一种感觉，小轩窗正梳妆。我们讲的词里面的表达，时代很有意思，一个正字。我们讲的植入这样的作为音乐表达，它有临场表现的方式。第二次告诉你的，只要想着当下，就在目前。所以我告诉很多外国朋友，在这个地方呢，纵然知道呼唤声应该是过去式，过去美好，但是呢，只要回忆在当下，或者正在发生。如果你们正在上课，可是你心不在焉的话，你可能不在上课，正在外面吃东西，在留恋看电影。这正就是一个那种，就是现代时代里面形容当下的情景。当然想了，哎，好像现在我一起来也在当下一样。这字面还是有一个正字，给你一种呢，里面时间的痕迹，仿佛就在眼前抓住了一个当下的感觉，正属。那这个妻子是很平常的家居生活的那种啊，一种表现啊，小轩窗，正的梳妆，那个格子窗下面这个梳妆。我相信这个画面也许是东坡留下非常甜蜜美好的画面，不晓得是新婚夜晚看到，或者平常读书睡不着的时候看到太太那边的梳妆打扮的情形。只要梦中一起来，一看到身上没什么分别，都回到以前的世界，非常熟悉的世界，一切都是小轩窗正梳妆。又一些不知道写完上，你写了这两句啊，不过也写得好，是真正发生着最美好的事情，就等于此。好，没想到呢，这个是当然是一个生活的很甜美生活的一个片段，一个缩影的，一入梦立刻的自然的浮现。但问题是的，东坡现在不用梦中去，也许他忘掉了易容，对不对？用现在的身体进入梦中去，如他所言，为什么上古为什么会啊有后面的一种表现？因为如他所料，因此应不是，纵使相逢应不是。好了。你看着他，没想过的从背后看他的书章，但当他回过头来，相顾者无影，唯有泪千行。相顾，他回过头来看到我，如他所料的，我看着他没什么变化，跟以前一样的美丽，一样清澈。但是呢，与我这种爸爸，就是40岁的中国进梦中去，难怪他无言。相顾无言，如他所看到，是一个陈满美并不说的东西。一个呢，充满了失意，一种负面情绪，很多结束。
让你动不动不小。当然，很多这样的情绪啊，无以名状啊，真的也很难形容，使得呢无言以对，然后呢默自去体会，唯有泪眼见，最后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只能逼出啊满腔的眼泪。我们会有那种情境的阅读，梦中你看看东坡是躺在床上，然后呢慢慢进入梦中。刚开始的时候，你会发现特写镜头呢，真是很甜美，都会放着笑容，认为呢小旋转正梳妆，好了，做点笑容。但突然之间梦到什么？山过无言，我有泪见啊！而躺在床上的东坡也见着你夜泪盈眶。就在这个情形下，这个梦就破灭，就转个身了，就眼前的一切已啊步步过去，尘满面壁。好了，这个情况怎么办？他的东坡是一种愧对的心情，无法捍卫对方的情怀。为什么会落泪？对方也是有一种不舍。为什么我的先生在人世上里面会遭受这种折磨？而对东坡来说，也无法去安慰这个亡妻，一切都一场落泪。所以东坡只能寄望未来吧。用什么来报答他太太呢？他说：“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发。”只能有一种无穷的思念，一份深情来留告慰对方。六月的时候，我猜想我未来什么呢？年年肠断处，每年每月都让我啊肠断、肝胆寸断。难过是什么地方呢？就是向上帝的画面来的。明月夜，短松发。一轮明月高照之下，月亮照在皑皑的中山松树的山岗上，那是什么地方？就是千里孤岛，他太太葬身之处。只有上述的画面，必然是悲凉的，泪流。也就是说，此恨绵绵无绝期。这个恨不是恨，是憾，可能人生的遗憾，但里面充满着爱，一种情怀，来弥补人生的痛苦。就通过这个词，我们讲的东坡的泪，前面经过送别传达出来，思乡表达出来，这个是最沉痛的时候。以前只有李后主啊，因为亡国之痛，才写出了泪流的大泪，多少泪，断裂父母。但是一般的文言很少是那么悲切的，东坡确实有点痛苦，就是第一个文字表达很沉痛，而且面对人死亡这个事实，哀诉出来的那种情感，这是词人跨出走心的意义的，勇敢面对情感的方式，而且后面有个很温馨的对方的画面，用连连的诗意会弥补啊那种人生的缺陷，用明明的月光来代表永恒的寄望，这是蛮不错的，蛮动人的一种选词。当然，背后东坡为什么学生敏感好好写这个词呢？如果回到刚才看的首《蝶恋花》，寂寞山中人老，背后事实上呢，东坡啊一直都有这种啊人老年的感叹。这首词也是在人老的意识里面所写下来的，会对前妻的回忆，对过去的一个遗憾。所以这首诗啊，在五天之后写完《蝶恋花》，再写那个《江城子》，实际上透过亡妻啊，他哀悼的不是呢一个，当然对亡妻也很难一个不舍的情怀，但事实上他亡妻代表是什么？就是他曾经有过的美好的青春岁月，突然失落的那个理想。我们在看词里面对一个女孩子，一个歌女啊，一个美女。初恋的情感，或者东坡的亡妻，他不是一个人的一个人物，但是对人是有情感，而更重要的是，这个人所代表的一个时代，一个过去的一种流金岁月，青春年华，一并十年后更是好的一世。所以这里的爱老师很强调，因为回过东坡的有时空间的话是有关联的，人老也是事实，一直萦绕在心，太太就代表青春的过去。但太太都失去了，好像一切都落空了，所以呢，悼念亡妻，让哀悼的这份突然失落的青春理想、理想还有美好的岁月，因为我们忘不了我们的初恋情人，不是因为这个人多可爱，而是因为他代表我当时年少，我曾经有过的美丽年华，是这样的同样的意思。所以这就是这个时间点所爆发出来。好了，这其实把东坡的抒情文学推到更深的一层。
他都不能够永远不这样，他必须要有调整，他的理性的出发。你怎么看待另外的对照组的好，用另外好处来去对抗的领导失职的表现？等一下我们休息后再看另外一种奖惩词，好吧？先休息一下。今天讲的词有跌宕之词，就是不低啊。那前面上一节我们讲的人是不比较低沉的词，都是有点大的一个失职的词吧？一首蝶恋花，一首奖惩词，但是的对。那下面我们看的是通过负责面对准备来一种反复的一个战争和豪情，悲伤的情形情怀是往下沉，所以豪情就是一个往上推动的对抗的战争出来的姿态，就是豪情通过是有意而无意上的这个有意念的把它推到这个烦恼里面。下面我们合成一首就七首的战争姿态，但后面还有可能就是就是他故意就是用比较昂扬的姿态写出来这一本词器，在84页的一首转成词《立中初恋》，我们读了几首啊，有关宋德的思想的东方的道王词，然后接下来《立中初恋》，东方都是转成词。如果大家想讲填词的话，转成词是一个比较好填的词。比瓦西沙马图上的好听，因为他的这种皮声乐一样都是唱的词，这样很好听。再来就是这一天啊，林占先的好听词。那那这个是在杭州啊，大家都很熟悉。跟后头从刚开始跟着张先呢来起啊，如上所述的一些战争词之后，跟后头习惯。大部分的一些比较抒情的一种东方都能来说这个词牌这样子。那这种不意外，这个密州出的题材都很轻。我先看内容，说把枯柳花少年华，左牵华右牵藏，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青社谷看孙郎，久盼兄党上台长，鬓为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欲遣冯康，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涯。就你稍微读一遍的话，你第一个词在哪用了好多典故，以前的词对多少时间甚至朗朗朗就像没什么典故的其他东西一样，直抒胸臆读到眼前的或者一些啊一些意象里面表达出一个悲剧的情有书画有纸，跟这首不一样，另外一个点。其实东坡不是抒情，有言辞，有了表达出他真正的一种风格的一方，所以他看见了很多文人的或者电影里面，增加他的厚度，他的幅度，啊，情节有更多的。再来，其实呢，他经典中的一些典故，可惜他的笔态比较跟散文化，用了很多的转折，然后很散。很难，你纵然不知道典故出处，其实读起来都是汤派的文字。但是有这种方式的话，写出一个不一样风格的一个词性出来。那这一年呢，东坡也40岁，48年，写完十年甚至讲茫茫之后，该年的应该是秋冬的时候了。东坡呢，在那这个时候呢，就往长山那边去祭祀。那地方嘛，啊，有旱灾洪水，东坡必须要去求雨祭拜。然后现在必须要去了去求神，那回来的时候呢，他的途中呢跟了吴关了有个梅渡曹啊会列在铁沟的地方，一时兴起的就填了这个字。东坡是很有意思的，你看了翻开的后面有一个附录，在第一的地方，东坡写这个词呢，就跟那个朋友啊咸鱼子君呢，就是写一份书信，他就谈的这个事情。那后面说了，谨记却颇作小词，不过跟朋友也不会言的。我最近呢填了好多的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也说了没有柳七郎。柳七郎指的是柳永，但是柳永已经去世了，可惜他的词还在呢，大江南北传播着。我相信呢，在东坡填词的当下，其实柳永都是他填词的家乡。东坡的诗文，他有啊，有他的一个身价。
你进入考古世界，那你对他的古文的确写得很好，他的诗很不如说的。但是词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新尝试的东西。之前呢，在杭州写三年，有些风格了，但还不见得突出。可是到写到这个时候，中国当时的基本上不好说。他不懂音乐，没关系，就留有那种风味出来。所以他说了，我就故意的顺不留西洋风味，一字是一家，但是要有别是一家的风味，更肯定他自己的一种长处。不写你那种，我写你，又如何？看得出他勇敢，通过文体的一种。我们讲过，有些东西啊，很难从语言里面表达出来，但是文体的创新，看这种创造的精神，这种闪烁反应的勇气，其实背后总有一种啊，想着挣脱樊篱的一种意识的集中。比如说，人有老的这个年岁的一个规范，但人不会等它呈现有不服输的，通过文体的创新呈现一种精神来源。这文体的创新背后有一种不服输，这叫什么？我还有能力翻新。不打一步一去，这他是本来是有意义的，不需要他嘴巴说啊，我还年轻等等，而是文体的创新就足以呈现出这种啊这种姿态，就是意志是一家对自己的肯定，这是很重要面对岁月的变变化的一种态度。好，他说了，呵呵，你看中国写的如见其人的那么大笑一声。数日前呢，猎于郊外，所获颇多，打猎也收获了一些猎物回来。而做的一阙，不值的，可能叫这阙词的。老夫留发少年华，令东周壮士敌长顿足歌之，吹鼓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都蛮自以为是，对不对？我也不需要家庭啊、儿女啊去啊用丝竹弹奏，我确实有呢，你们山东大汉一起来牵着手啊来喝酒。然后呢，去击掌来唱出来，都根本不理啊！一般规律，反正唱得好听啊，白练的都不错的，那就可以，不需要别的音乐，那我也很符合。那这里看得出他勇敢突破文体的一种态度，也是一种呢不服输的精神，不服软服烂的精神。就这种是很清楚看到通过一种啊很清楚的抗老的意识，抵抗老病的意识。那古时后的人呢，以四十而言老，我们去这个分析过，因为人生七十古来稀，过了三十五的，过了人生一半了，四十岁的等于差不多我们的六十岁，所以他说，老夫留发少年华，这四岁说老夫也不为过的。还有些人想攀越三十年老，因为他爱漂亮，有些叫镜子的两根白头发，觉得我老了，对不对？东坡他们还起码晚了十年，好，这时候四十岁，东坡自称老。那这个老妇啊，当然是他对于啊是他真的有实际的感受的来的。自从东坡从前年从杭州到密州的过程中，我们说他的子民不断就是老病之他，届时更的他这股的不言老，从开篇写的人老也到现在都老了，而且前面那首的并不是说都是老的事实的肯定，真的是老。好，但是中文老了，这首诗有一种大感精神。老夫好，我也真的老了，但是身体虽老，但我的精神、我的意志还没老。为什么呢？我还可以什么发少年华，留花所姑且还能表现出、抒发出少年人的狂态出来。我们很多老人家前后坐车要环保，就是老夫留发少年华，对不对？这种精神很值得鼓励，人的第二努力。东坡有一个做很好的一个示范，老夫留发少年华。当然，口说无凭的，你不能单凭这话里面的说服人的。东坡的确能够证明你厉害，为什么？我能够出去打猎，而且收获颇丰，而且更有能力翻新良田这个词。人老了，连题意写字都写不出来，更不要说有翻新的创新的文体。这个态度，这个写文，就是一个呢，可以呈现自己还少年的一个心情。所以这个文体创作是很有意思的，老夫留发少年华。那怎么表达呢？我们说词汇空泛说了，你说听到就简单，你去读，你必须带人去看到你的形貌，看到你的动作啊，所以词总会展露出来的。所以这些词啊，演唱的过程也是也会把画面、动作会啊很清楚的去呈现出来的。好，你看这形貌是什么呢？左牵黄，右轻草。啊，老夫的姿态是这样，左牵黄，左手牵着黄犬，打猎嘛，就要这样帮你捕抓猎物的动物嘛，这个黄犬。
而右手的擎苍，那个苍就是战苍鹰，里面有色彩的黄犬跟灰黑色的苍鹰，你看动动作都威武。现在我们的手机啊，各方面有很好的一个呢，这个啊简图的一个设备，对不对？东坡是一个文人去打猎，当然呢，你想想呢，左青龙右擎苍呢，大概都是太子他自己亲力亲为，应该他的左右手帮忙，对不对？应该是随从帮着牵着黄犬，然后驾着苍鹰跟着太子去狩猎的。但东坡很厉害，他把呢他的左右手他的仆人呢，通通把他们的图都收剪过，剪下来配在他身上，左青龙右擎苍一贴出来，哇，东坡很威武。那你看那个画面多有趣！左青龙右擎苍，如果都不是这样的话，他怎么骑马？他马上就拉着就往前冲的，好厉害！我们在台大校园里面呢，我们同学很厉害，加了手里面唱歌，里面骑着脚踏车。骑脚踏车还容易啊，那慢的速度，那马在山坡地真的不容易。那东坡走的简直都狂开出来，这有点夸张的啊！所有都急于一身，左青龙右擎苍，你看多姿态多多好，多优雅。多美，也多壮烈。当然，我们看到东坡呢，实际上把那个掌握场面，这里也看到他挥洒出来也不一样。过去词的时空环境写的全都很短，就写的一个晚上、一个早上变化而已。而空间呢，都是亭台楼阁，出不了什么大厅堂的。但是东坡的情况不一样，他写的很壮烈的画面。如果像导演的这种职位，看得出了他能够了挥洒自如的方式。刚才是一个大特写，对不对？左肩膀的镜头，竟然把镜头拉远，发现不是动过一个人的，他是很多人的，很多水群的，锦帽貂裘，那是他们穿着打猎的戎装，锦龙帽、貂鼠裘是东北打猎的一个基本装束，但是不是南方的一些小词所能体会的一个画面，锦帽貂裘，当然不是动过一个人呢，他所有跟着他打猎的一群人都穿了同样的衣服，所以种出出来了锦帽貂裘，而天际卷平冈，那卷就是有占住、细卷的意思，占领着的意思。天际卷平冈就是平整的山岗上面呢，就有天际来陪伴着东坡了，处理着他了。那以前这些国家是一人一马，一兵一马回去挤，每个人都骑着马。那打猎不是徒步去打猎，都骑着马去打猎，那队伍的跑得很快，这山坡地一边骑马，所以一人一骑。当然这里面有点夸张的千骑，你想想看，有多少人跟山贼都给你占领了，动物很可怜的，对不对？那么多人围捕他，对不对？那不公平，就是这样打猎。但这里是夸张，其实千骑无非是要碰破就东坡作为太子的身份。以前都用千来形容你的君王的一个壮烈的状态。在春秋的时候呢，我们说诸侯王是什么？诸侯叫千乘，千乘就是他的一个部队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单位的千乘，啊，有个马车。里面呢配可能两三匹马、四匹马，然后呢有人站在车上，和两旁有些护卫，后面带一个水桶，对不对？可能一骑一乘呢，三十人到四十人之徒，就一个都一队了，就是一排的军队，就一乘来做。诸侯的地方的一个长官，诸侯王以千乘为一个单位。可这个后来发展到战国时候呢，诸侯不是千乘，诸侯是万乘。有战国七雄，他扩大你的一个军队，那时候就管不了了，这个就是万乘。如果你四十人做一个一乘的单位的话，万乘你起码最少都要四十万大军，这是很大的一个军队。那后来的保持这个诸侯千乘的地方首长呢，都会千乘或者千骑来作为的他的代表的身份。现在东坡是密州知州。所以千骑来形容他的太子身份，所以千骑卷平冈的时候，当然不是真的千人的，是簇拥着他，跟着他去打猎，应该是蛮十几人吧，就是代表一种以太子身份带领的部队去打猎的意思。千骑卷平冈，他们都站住的、站满了整个莱阳的山岗上，对不对？东坡基本上是个人来布，这个还不够。跟着我打猎也够了，但是呢，东坡想着，太守出猎，也许东坡也是故意啊，在
手机里面要唱过一个啊现场的告示，哎，东坡打猎了，所以啊引起大老百姓的注意，大家倾城而出去看东坡打猎。东坡知道能不能看到的话，当然更要显现出他的威武。所以下面说了，为报倾城随太守，这报是报答，为了报答倾城，这全城人呢跟着我看我去打猎。我说东坡是一样，他不只有随从跟着他，还有很多粉丝跟着他的。记得东坡去打猎，大家簇拥而至的，跟着东坡去看他打猎。那我为了报答这些老百姓、这些观众、粉丝的话，我怎么办呢？当然要显示功夫嘛。亲射虎，看孙达，我都不能再袖手旁观，看着我的仆人去打猎，我必须要自己亲自把老虎射上来，看孙达，看什么？看当年啊，孙权射老虎的影子。孙权在南方还年轻的时候，20岁，曾经射过老虎。中国人结果就指标，能够射死老虎、打死个老虎，就是真英雄。最在最先的是李广嘛，李广有天喝醉酒了，他就看到了，哎，草丛中有一个老虎的晃动，一箭射下去。那最后呢，那个安静的，他以为射死老虎。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就发现原来不是射的老虎，那个箭呢，就射到石头里面去。哇，更不简单，对不对？武松打虎不就要知道了，这边也不打虎。孙权认为江南的一个英雄豪人物，认为他少年时候射过打过老虎，对那种名震江南。而东坡有这个典故，也不算说自己的，因为是少年狂醉意，孙权少年的那个姿态也放在说自己。我亲自射老虎，看看像不像孙权那样的，能够有这种表现。亲射虎，看孙。我们可以想象，也许可您安排好这个布局了，对不对？万箭齐发之后呢，好，最后呢，机场里面老虎是射死过的，然后呢，有人再抬出来，大叫喊着：“太守大众啊！”我逮着老虎出来，当然兴高采烈。我看这个画面很有趣的，亲射虎，看孙郎。其实正这回事呢，东坡就是文章说：“哎，真的是老虎给你看。”他跟朋友说，只能说受热火风而已。其实他亲自是不知道，但文章写起来呢，他蛮自以为是的，就是我啊，真的写出来。啊，我们讲的词不是只简单讲，最后就是记得打猎，我有什么的感叹，有什么的想法，最后又回到一个抒情自我去表现的。经过这个打猎，东坡又呈现第二种，是我有少年的狂态，依稀存在，没有因老而消失。那既然我还不老了，当然我就更能够有能力来扶持国家，帮助国家就更大的事业。你看得出他不甘心，那个你看到什么呢？就因为人的岁月应该去贡献自己于社会，如果没有办法的话，是真的人人平常的。所以他说了，久旱松达尚开张。经过射虎的表现之后，下面呢进一步呢来表达出他老而能用的那种壮志。为什么呢？老而能用呢？他打猎归来，痛饮几杯之下下呢？他说了，酒酣，酣就是一种呢酣畅、很饱满的意思。在诗词里面很喜欢读“酣”字的，就是呢他喝的恰到好处，要醉不醉的状态，就是酒酣。那如果你吃东西吃到八分满不时的撑着你要不舒服的时候呢，都是饱酣。如果呢你睡觉好像婴儿一样的睡得很甜美，口水快流出来了，那就是睡酣。这酣的很好，现在我们很少用这个词，这是恰到好处的，还没超过临界点最满意的状态，就是酒酣。这里你看了就是酒酣。好，喝酒喝得很满意之后呢，胸胆上开张，那个上有更加的意思。那胸襟呢更开阔，胆气呢更加的开张，更加的威武，所以整个意志就带起来了啊！当然有先前打猎的表现，身体表现就再然，经过那个酒精的发挥作用之后呢，你更加的走口出狂言，因为我的胸膛更加的开阔、张扬起来的。那东坡认为的，那这样的情形下，鬓为霜，又何妨？你看东坡一直在意这个，纵然头发有些斑白，又有什么关系呢？谁说我不能够为国家所用，并为壮又如何？不，我们也注意了，中国自己这个时候不是说真的怀才不遇，他认为其实更有大更大的发挥，因为这个时候中国还没被贬官，还是正式担任地方的首长。
也不能说他很土一塌不是的，他一定会觉得，哎，这个地方距离太小了，我应该看大的花花会有，不能有点观的心情来看他的。好，这个喝了酒呢，他并不说又何妨。好了，他说的年纪大了有什么关系？结果证明了我的精神、我的状态还是好的，这是最好的时候。那怎么办呢？我们前面看养老也很低沉，后来那就太太的倒花，只能在哀叹嘛。并不说，那这几年你看到了，经过几个月之后，这个党内的表现，他认为呢，我还不服输，我还不认老，我还可以对抗这个年老。那怎么表达呢？他说叫持节群众而欲遣冯唐。那这里又用了典故了，就跟了那个冯唐有关。话说冯唐在汉文帝的时候啊，为郎官，可是啊，汉文帝呢，当时啊，他喜欢这种老成的人，他太年轻了，不用。等到他老了，做到汉武帝的时候，他已经90岁了，还不为所用，因为呢，汉武帝喜欢这种年轻的人，他就站在那边。虽然他老了，90都没受重用的一个事实。这个典故使用的不是这样的，在汉武帝在他还没完全老的时候，已经慢慢逐渐老，这个啊，那个时候发生的事情，在西域有个叫魏尚的，他担任地方的一个将领。可是也许得罪小人了，有人在告发他虚报战功，他就被削职，落了一个罪的削职。那怎么虚报战功？你先去打匈奴的，你打败的敌人，你必须要每个人要去城堡杀了敌人，口说无凭，就必须要呢就是凭证。所以以前的习惯就是把敌人的那个左耳朵割下来。日本的幕府时代是割头，更可怕。杀了不多人，10年的10年多。那时候你就哎，士兵打了，你要得去啊，在一个军营里就报备的，说哎，我杀了10个人，你说你给我看有什么10个人，把耳朵数一数就知道。好了，他把总合起来，那个将领那个呈报朝廷的论功行赏，哎，可能人动了手脚，所以核对数目不对，你虚报的，你说一百个人就得到了只有89个，那你就虚报战功。那魏尚也因为这样的事就被削职，有罪。那冯唐呢？觉得他不认识魏尚，他就觉得这个事情呢一定有啊，有些问题，他就请求啊，文帝了，汉文帝请求他去让他去调查。哎，果然呢，就为了魏尚平反，他的顺序啊，见着汉文帝里面呢当不了什么大官的几个郎官，他请求了，就啊能够啊有机会呢就戍守在西域啊，担任一个官职，就啊后来汉文帝就把他拜为了。居济都东魏就留守在西域，都有这个典故。那我们呢？这里面呢就解释了，哎，他说啊，这里啊是以魏尚自比啊，希望朝廷派遣使者呢来召我，如汉文帝跟魏尚一样，这个说法是不对的。魏尚是有罪之身，有人来调查我为我平反，东坡在密中非有罪者。他是正常的一个任命的文官，哪来是把自己自定为魏尚呢？这是对朝廷不公的，对不对？东坡绝不会说这话，不可厚道。你没有别的文官，你再说的，他朝廷来调查我的事情的不够。那这里就是误解的，对不对？这个典故。所以正面呢，就是持节民众，那个节是符节。以前啊，军队啊在外的时候呢，朝廷有命令派出去，必须要呢交付啊在朝廷里面的给他的一个平信，一个符节，有一种老虎破开一半来对你，然后对着他给你说的话是有某种正义的意思，不然呢站在外军令里头所不受，必须做个凭证。好，从云中去，云中就是现在的内蒙古的一个地方，就是他们讲的西域的地方。持节云中，当时魏尚就是啊，在云中郡那边呢、啊、担任官员的一个将领，啊，他就拿着符节云中吧，何欲遣冯唐？什么派冯唐去那边？一点倒装去了。什么时候派冯唐拿着符节去云中去呢？那是要用冯唐的意思。所以东坡的那个词里面用的是正面冯唐的典故来表明自己。那以前呢，一直以来呀、啊，从啊。南朝的时候，左西也共有史歌，他也曾经谈过了。冯公岂不为啊？白首不见老。你看，就是他冯唐的故事。白首，他哪岂不？他应该有他的一个那
一个弹琴的，很伟大的一个弹琴，但是呢，都老了都没有被重用，所以白首不见叫做他背后的潜藏的一潭死水。人虽老了，但是还没有用。那到了唐代的《滕王阁序》里面，你用过一句话：“冯唐易老”，所以一直以来以冯唐为老的代表，就老没关系的，终有一天他还是会自己找出的出路，会被重视。如同他现在的帮助的魏尚平一样，所以东坡呢这里用的是冯唐，像冯唐的都能够啊，当然他赶得掉过来，纵然老了，他还是把他拜到朝廷的边关去为魏尚说啊平反了。那我比冯唐还年轻的，怎么能不能做更大的事业呢？对不对？而冯唐也是个文官出身，跟他东坡的身份已经相应了，但东坡更介的是冯唐易老的事情，因为东坡一直关心老夫的事情。用老的扣子的话，正面名字又是用冯唐。所以讲大陆很多姐姐书，我们现在的十之七八都用到魏尚来，以为是东坡字都是错误的。通常呢，考试的时候呢，雷尚和同学一起答的是嗯东坡的魏尚字，一点都是把它非常上课。那姐姐啊，信心是不如无数的，因为从里面去了解他，不可能用魏尚。一个魏尚是有罪居的，东坡是一个没罪是一点。第二个是冯唐易老，跟东坡所谓的认老的一个这个情况有关联，因此用冯唐来说他自己。冯唐都能够了，为国家做番事业，那我比他更年轻，我才40岁，怎么不能做更好的事业？好。有了这个机会，如果真的让我在五处使西方的话，做番事业的话，我会怎么办呢？他说：“会把雕钩如马的月，我会把那个雕花纹的弓箭拉到满满，如同一个满月一样。弓箭本来半上旋就半旋，半边的，就是力度很大。我就认为有少年好想的气，把它拉得更大的时候呢，我就把箭呢拉得满满的，代表力气更大。”这是我屡战屡胜，去到那边就会拉弓，所以西北望射天狼，就往西北方啊，就把天狼星呢射下来。当然这里有出处的，那因为当时啊，宋代啊，在西北有西夏，还有辽，常常犯边，他们呢常常呢不守信的，本来弹劾的他还是常常犯边，就苏东坡的时候呢，他们常常之间的扰乱，使得我们国家的应付就很困难。那王安石的执政以来，对这些已经束手无策，所以他们呢，苏东坡、司马光等人呢，都很忧虑的，所以希望能够呢，他们效法范仲淹当年下达西夏一样，如果我们能派出去的，我们也不妨这样，我一定会把他们击退。那这里用的天狼星就是啊，在以前的古代传说呢，只要天狼星呢在那边地方出现，就代表呢必有外来的侵略，忌惮的泛指。西北侵略的那些外族，西北望射天狼，他那个肢体之前用的很好的往仰望夜空把它射上去。那这首诗最后的，我们说词以境界为美，最后都是结篇。这首诗最后是呈现出一种很强的意志，面对敌人的一种把它击退的情怀。但这种词啊，东坡说了，东坡很自以为是，看这种词在东坡的作品里面是。所占的比例不多，因为啊，偶一为之也罢。如果常常保持这种看老的意识，生命的绷得很紧的，处于很焦虑不安的状态，东坡不能长期忍受这样的，所以他必须要用更理性、更宽厚的态度来疏解他内在的紧张的一种心情，不然的话，对他来说是对生命很大的折杀。所以东坡后来也知道了，所以这种用豪情来抒发的词，东坡是偶一为之，不是他的常态。他抒发过的好，最后他不能强行这个，那他必须要靠他的学问、他的智慧，然后用理性的方式在疏解。所以才在后面呢，从豪跟婉就到清黄的一个，把它化开，不是有豪情的敌对的态度。那这个我们也看到东坡的，其实说他把词推到更大的一个范畴。过去词都是温柔婉约的，都是女孩子唱。结果一东坡改写天气，交付给了东周的壮士来唱，而且不守格律方式。再来就是题材的突破，可见已经把它拉到最大的极端。那东坡不可能再越过去，越过去就是破题的。东坡就万万没办法做得到。
多特给我们要立的那种精神，所谓的自由就是现实中里面探索它最大的可能，才是真正的自由。不然的话，你随时打破的话，就无所谓自由存在，一切都是无作用的状态，根本就没它的一个意义。这多特本来的我们立的这种精神，它已经到这个临界点了，它就退回来。用另外的方式在探索它更大的可能，这些东坡词在创作的原因。好，这个之后呢，我们看看东坡的心情呢，稍稍有些改善，不是刚到密州时候的心情。他才开始呢，有份豪情，还有就是一种智慧化解的方式。那下面呢，我们来看两首《望江南》64跟65的两首。人的生命存在的意义，会用几个方式去呈现出来：一个是人面对自己，再来是人与人之间的利害关系，再来是人跟宇宙的关系，然后跟历史上下，跟逐渐的交错起来，一个整体的生命意识的出来。那这首就是看东坡的那个电影，这种处的反应，灯楼的光，灯楼的光，如何疏解病人的情绪？那这个词啊，东坡用这个词本来有一些望江南，我要顾名思义，这个望江南可能就是跟思念江南，然后觉得很过去或者思乡的情怀有关的。东坡也不是很。他用词海有的时候是因为音乐的关系或者习惯会这样成熟，那再等一下看水田歌都有音乐的属性，那这首可能跟意义有关。东坡在这个词里面刚开始的因地会思念起了出名他的思乡的情怀，所以呢他自己就有了望江南洒满天。但如何疏解这一份呢根本思乡的愁绪呢？你看东坡态度，那这是很有趣的。望江南如果是因为思乡而来，带来还带来一种负面的悲伤的情绪，可是呢，他的词不是什么，题目是什么？叫《超然台州》。就要自己人说，那叫《超然台州》所写的。超然两个字不比他有刺激，对不对？是他弟弟啊送给他的两个字，给他建了一个亭台里面的超然呢，希望东坡呢能够呢突破这样的眼前的困境啊，能够超然物外，获得心灵的自由。就这里面望江南、超然台州很好的反差，对不对？你本来就望江南一些思乡的情怀，可是因为看到了，意识到超然台州，因此呢，我们必须要提起精神来，要自己不要掉入情绪当中，要提振起精神出来，要自己超然物外。这是我们看到东坡的不用行为，如何有意识的面对这个情景。那地方没有提示作用的，若你居然上面的太平山，你要注意了，那个态度就不要了，作奸犯科了，会引起人家很大的一个攻击的。那这个我们看呢，这是在作于1709年的，东坡已经41岁了，是春天的一首词。我们先看第一首，而春未老，风细柳斜斜，世上超然台上看，半桃春笋一枕花，烟雨暗千家。寒食后，酒醒却咨嗟，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你看他最后这个书写的方式，本来是非常后人借调出，因为为什么？无非就是因为在超然台州，他不由得不想起他弟弟对他的一个提示，要自己呢突破这种困局。那我们讲了，东坡40岁来到杭州，心情是很不好的。从超然台去看得出来，前面都介绍，我们就不说了。这时啊，这首词呢就作于了超然台呀、收气之后的第二年的寒食节，东坡呢有田的日子。这个台呢就是他的官廊的北边的一个墙壁上面有一个亭台，连酒去收。那东坡呢从青龙殿，现在已经注视如麻，可当时很多中国的读书人呢，上当官的时候都很喜欢大兴土。整理环境是调整或者疏解心情很好的方式，不妨你试试看。当你心情烦闷的时候呢，把你的书房整理一下，花一个下午，你整个心情好多了，睡个觉洗个澡，起来精神的饱满。所以当时我就很喜欢搞这些土木工作，东坡也不例外。来经过这个，嘿，有种新的念头打发落成了，大家有一种很愉悦的心情。那第二年呢，他就约朋友去登上楼台里面观看美丽的景色，并且提了这句词。那好，但这个时候啊，正是暮春三月初，春天还没过尽，所以他说春未老。
别的不一样，我跟你说，这个味道还没完全过去。还有这个鱼，大家看到那种衬变的来观赏，春味道。啊，春色依旧在的，怎么看到？他说风细柳狭狭。我在读诗词的时候，那个斜字读嘛，狭的音呢比较合那个押韵的一个声调，因为狭字的麻韵，跟家花是同韵的。因为你读斜的话，那个韵的韵味更深。就是老一辈的读诗的时候，这个字呢就特别容易狭的音的，风细柳狭狭。好，春色依旧在的，柳条在微风吹拂下，斜斜的在飘荡着，风细柳狭狭。所以这里面呢，用的文事物啊，实际上都要有它的和谐一致的地方。柳当然是春末，就是柳飘荡，柳絮飘绵，我刚跟意识到春末的一种时分。带来就是柳啊，在中国的诗词里面，就带来一种离别的一种啊一种感伤的，所以它是跟春末送别有关联的一种植物。所以这里面带来的积极情绪。那这作者就在这个背景之下呢，就登台游赏。他说：“诗上悄然台上看。”而春天这几年为什么好？很好，风细柳狭狭。他呢，姑且呢去尝试登到台上去，也许找个方式来疏漏解渴吧。都登到朝台上看，一登到悄然台呢，眼前的景致是什么？半壕春水一城花，烟柳暗千家。那底下呢有个护城河，就开始在那个官衙的北面的城墙上面建的楼台，下面是个护城河，是半壕春水，另外一边就看不到，就在背后。那下面那个居高的林下就看到整个密州城下的一些啊家家户户的状况，所以呢在迷蒙之中呢，他说自己看到了啊，远处呢处处看着美丽的春花，而迷蒙的烟雨呢笼罩着千户人家，烟雨。暗沉，这个画面是灰蒙的暗淡，当然跟气候有关，真是烟雨朦胧之际。这样你用的，他们心境也跟着暗淡。为什么？登高望着这个烟雨暗沉下，也许在这里面呢，这种既是有温暖有凄迷的景象，最容易啊触动人的思乡的情怀。同样的寒食节。那尤其跟寒食有关，我们的寒食就是从冬至之后的算起105天，大概是在清明节的前一两天。那过去清明寒食有成了稳人气，但是呢，在唐宋以前，寒食的那个称呼还比较多。那有人说啊，寒食节是跟那介之推的故事有关，因为他不愿意出来，三顾茅庐，后来晋侯就逼他出来，一把火把树林照掉了。这是很不好的，结果呢，这活活的烧死了介之推。那晋文公呢，为了悼念他，然后呢就举国啊三天禁火来祀祭奠。那这个说法后来的我们的文学典籍常常都在引用，但这个是不通的。为什么？在晋文公以前，中国本来就有禁火的那种律令。那以前是钻木取火，知道吗？那春天的时候，榆木长成了。所以啊，就在春末在这几天呢，国家的规定了，过去的火种，我们平常呢就是留下来，你不能说我每天撞些取火，那好累，对不对？所以必须要火种留下来，但你不能够一年到头都用这个火种，很容易会出事，不卫生，会产生一氧化碳麻烦。所以大家就举国的共同的活动，就在寒食节，这一天是纪念寒食节，刚好呢就在105天冬至之后，到今天呢，哎，榆木长成了，新的树木来了，会当成伐木，重新来点生新火，把旧的火虫铲除，有三天的假期给你，清理好家中的炉灶，把旧的火种把它熄灭掉，然后换上新的榆木，重新点火。那以前的说寒食节这个由来，因为那几天不生火了，所以吃的东西都是冷，就是寒食。三天过后，从王室开始的生活，然后家家户户的开始。当时有官员去巡查的，不是你不做就可以了，不法律规定，因为不止你的家人呢，还牵着你的邻居和生活，所以每个人全国的民众，所以以前呢变成这个习俗。那寒食节在几天呢？
你回去做嘛，人就可以吐血出来踏青游玩的。所以韩世杰就称为秋千节，还有荡秋千啊去游玩的。但这几韩剧过后一两天就清明，对不对？所以人的沉淀呢，先是扫清理你的家里面的一些坟墓，等到三天过后呢，火种来了就可以啊去啊点火去祭拜。你是一个清朝的，对不对？所以这个你跟扫墓有关的，韩剧跟清明是连成一体，所以往往啊韩剧也会引起了思乡的意外，尤其游子在外无法回家去扫。所以这里更多都在寒食之后前后写的一个词，所以他们为什么谈到夜雨暗香暗千家，不由自主啊就会呢就想起啊家乡的种种。我说其实这引起这个情怀，为什么这样呢？你看上面一点过来就写出结构了，说寒食后啊那个酒醒却自己，前面的烟雨安山家安千家不是没来，为什么暗？不除了真的烟雨无用之际，还有心情的暗淡，因为有家规模的无法回家去了处理这些扫墓的事情。还是后就是清理，对不对？他就很难过，他说酒醒却自己。好了，喝酒本来是为了浇愁的，然而酒醒之后呢，依然感叹不已。反正借酒浇愁很好，但酒醒就直接更直接更难。感叹不已，因为呢是思故国的缘故。故国就是故乡，你的国跟故乡跟故国是可以啊可以替用的，为了平仄的故国问题，所以这里的思故国的思那个思念故乡的心情，因为呢思念故乡的心情一时难以排解，所以才要喝酒。但喝酒之后呢，依然就感叹不已。但是呢，写到这里的时候呢，东坡意识到，第一，他不是一个人单的，他有朋友。你不能讲起这个话题来，我思故国，对方也会的话，大家就悲痛不已的，一直扩散这个情绪不好。再来讲，多么意识到他现在不是在别的地方，在超然外。弟弟给他这个名字是有原因的，叫他超然外。多么立刻呢，就意识到，既然站在超然外了，也许啊，这时候呢，他就应该就有所节制，不能够掉入情绪当中。所以呢，他就改变了一种理性的态度来疏解这种自嗟之情，让你转变过来就不一样了。反正走醒却自嗟的结果呢，他说了啊、哦，不想做这些事情了，说对故人思故国，不要对着我的老朋友啊去老是讲的思念故乡的事情，因为这个一发不可收拾，你也离家在外，连朋友也离家在外，但他讲下去呢，那就要扩散太多太深，不要这样。为什么很羞愧？因为意识到，第一不宜如此；第二就是因为你在超然台上，明明是有顾名思义嘛，你不能违背这个弟弟给你的这个意思的，因此呢，他就已经太不愿意。好，姑且怎么排解呢？且将心火试心茶。这是心火，我们刚才说了，对不对？韩世杰换了心火火种，对不对？也是一个新的开始的。这时候也是心。烘焙的茶也出来了，好的茶也出来了，也有心得了。我们也迎接一个新的一个奇遇吧，不需要再单立在过去。他用这个两个心来弥补那个过去的遗憾的。好，用这种方式来排解，既然固然难得相遇啊，何必因为自己思念的情绪影响今日的欢聚呢？旧火已经铲除了，新火也点燃了，而且会品尝刚配制的一种新的茶料，一切呢都是新的开始。所以他说、啊、要趁着这青春年华，正尽情的吟诗喝酒吧。但看得出他也有点勉强，请教时间，姑且罢免。真的排解也不是呢，这个表面的动作，但是用动作也是一个暂时的方式，也留意啊高人吧。但这个时我们看到见了结尾的是比较跟前面不同。他有意识不要都掉入愁苦的当中，而要把愁苦化为的欢乐态度。但是在唐宋词里面很少这样，你看到他的痕迹了，他们 也知道他的努力，东坡在这样的情况下做一种调整。慢慢我们看到东坡词里面这份理性出来，这理性是很重要的，但你情感丢苦的时候会帮助你去分析理解甚至疏解的一种很重要的一种方式。
那这个看得多了，东坡在一种小时里面的自我调试的所呈现出来的新的意境。过去的望江南往往都是比较呆，带着更多的悲伤情绪，但东坡的望江南呢，有了胆量，展现出一种新的一种意识。好，这首之后我们看再看下面一首，时间就晚一点，东坡再写一首望江南，这65首，这98页的地方。这简单我们看一看就好了。他说：“春已老啊，春谷几时成？曲水浪低蕉叶闻，舞鱼风软筑罗青。酣咏乐声平，微雨过，何处不吹更？百舌无言桃李尽。这林深处薄孤零，春色孰无尽。”这首呢是。在东坡词的题材上里面，可能说是第一首啊，真是写的农村生活的作品。啊，词不是只是闺中世界、男女之间的愁作或者朋友间的送别，还可以写到农村生活的。当然，这也是一个题材的一个突破。都可以把词呢变成关心你周遭的一种表现的方式。词者不是拘泥在小我的世界，还有更大的关怀的影响。这是也是词的文体一个新的一个突破点。当然，东坡的农村就我们看到，后来他这个时候东坡还是做一个观看者，他是讲观他们农家的生活，没有介入在其中。等到慢慢的他被贬黄州的时候，他不得不哭啊，亲自耕种，那个扫把桃叶林，那个时候他才活在农村的世界，亲力亲为，了解到农人生活的辛酸。现在是建商啊，不是商，在建商、汽商，建商有不同的环境，一个过程，多么更能够了解到人与自然的一种一维的拉扯的关系，如何从里边的突破个人的反应，安顿在自然当中，他必须有这样多方面的接触，这就是一个新的尝试。好，这时候他说春已老。真的果然已经入春三月快要结束了，可是纵然春已老，你像现在我们也是春已老了，因为夏天又快来了，可是现在呢连衣服还没办法把夏天的衣服就拿出来，为什么突然这个冷气团，那我们都会穿那个冬装，所以现在是每个人穿的衣服啊，既是春装又是秋装又是夏装混在一起的，床上的棉被堆得满满，不晓得有盖棉被还是毯子还是一般的薄被。你看第一天环境，我常常半夜换被子，因为太热了就换个棉被。但后来出去又冷了，就把棉被拉回来就在。这个环境很不好，对不对？堆得满满，衣服也是挂在那边，不晓得穿哪件好。每天都有盯着看的天气，所以在这里说了，春已老，就是春天已经是暮春的，已经到快要结束的时候。可是呢？春服几时成？春服，照我们的春服就是以前来说啊，从冬天到春天，到初春到岁初的时候呢，我们穿的衣服往往是夹衣夹裳，因为当时既还没有完全暖，这个有叫做夹裳，又有里的衣服的夹裳。但是到冬天呢，到春天已经稳定了，就变老了，成熟的时候开始有长期穿的单衣，就是没有里的衣服，要迎接夏天的到来。所以呢，到穿单衣的时候，已经确定了春天真的就结束了。然后呢，单衣就是单衣，就是薄薄的一件没有里的衣服。你看，有些朋友现在穿的就是一个 T 恤，这种就是单衣。啊，这里呢，他说了，这春服就是应该是春天的那种，也许呢就是一个单衣吧，还没呢，几时成，还没穿得稳。不冷不热的时候，这衣服的海南就穿得更加的一个稳当。春服几时？他说应该适合春天穿的衣服，什么时候可以穿得更稳当呢？现在还披着冬衣，还没完全是春装，那都很不对的。但这个时候，纵然时间的，但天气还是不稳定，几时成？好，不管这个，他们还是有些活动。他说曲水浪低蕉叶闻。也有曲水流觞的故事，文人的一种雅兴。那大概在以前呢，在上巳三月上巳这一天，那人呢就会在水边饮酒啊，然后呢透过那边的饮酒的活动呢，来浮除那种不祥的
后来登定为三月初三，对不对？那这是春天的一个节语啊，他们也交立了，叫曲水浪低蕉叶纹，蕉叶纹是种蕉叶杯，薄薄的无蕉叶的一个杯子，那它会浮在水面上，把酒添上去，飘到你身边来，会是一种连结，叫捡起来，你会喝一杯酒。啊，这个水呢，这水流不湍急，也不浮动，所以稳稳的蕉叶杯就传到了那边，我们可以让曲水流上那边来喝酒，这些这种，闻见这种活动。那还有呢，跑到哪里去？因为他是山东了，他说你会到了五鱼峰峦筑罗庆，五鱼是五鱼台呀。当时啊，孔子曾经跟曾点说了，最好的风过五鱼啊，他很赞成曾点的。哎，人家最快的就是孔子二三年在那边的、啊，那边的、啊、洗澡啊、唱歌的、啊，那种最快的嘛。他说我们也过那种像我这种鱼台的，那时候风啊出来的软软绵绵的，而我们的衣服呢，筑罗轻，筑罗就麻衣啊，就是轻轻薄薄，就是身上里面舒服。他写着，在这个情形下，我们汗热汗有热身，身体与之时啊，我们过得快乐的生活也不错。那这首诗我们很难让看到的，在前面的一段呢，都写出了，纵然春天又快结束了，但人间的活动呢，还是蛮愉悦的，但没有悲苦的情怀。好了，慢慢说了，就是微雨过，下成雨之后呢，何处不翠根？所以啊，官员的东坡，当你关心起了，不是我们个人的享乐，也关心老百姓的生活。这样下一卷之后呢，当然就很好了。哪里啊，不会呢？催促人开始赶快耕种，那雨水一来了，我们赶快播种耕种。所以呢，也作为这个宣示。那时候呢，看大自然一切都美好了。他说：“百舌无言桃李尽。”百舌鸟一种很会讲啊，不同的鸟叫声的一个鸟呢，从那时候已经呢，慢慢已经呢走了。过去了，因为春天的时分，一种鸟过去，一种鸟呢就开始想起来。而桃李将近之时，也告诉你，真的是春天的结束。等夏天快乐来的时候呢，另外的鸟呢就开始鸣叫了。他说：“这林深处薄孤鸣。”那薄或者是我们说的不鸟的，因为的鼻音嘛，薄孤鸟。啊，因为夏天快到时呢，薄孤鸟呢，有些白色鸟呢已经无言了，就已经春天过去，不属于它的季节，它不啼叫了。但是另外一种蘑菇鸟呢，也在树林里面呢传出它们的叫声，也告诉你呢，夏天也到了。啊，所以他说呢，那个时候呢，春色熟无尽。如果你要寻找春天的颜色，其他银行会到的，种在无青叶上面。意思呀，所以无青叶些十字花，这种漫青的云，还依稀看到春天美丽的色彩，种在无青叶上。但其他银行的云夏天。已经找不到春天的痕迹，春色属于无尽，即属于无尽叶上，还找到恍惚春天的一种颜色。那这首诗我们看的是，不过我们前面先过来，本来生活上是蛮艰困的，还有加上人老的一种意识，使得词写的蛮悲痛的。但是经过跟大自然的接触，他自己超然物外的一种生命的一种提炼，那慢慢把心情呢，能够关心到外在的时候呢。它有一种疏解的方式，词的呈现出不一样的境界出来。所以人呢，如何从个人走出自己的一个生命意识，然后跟人相处，上有古人，甚至呢跨出人的世界，跟自然相处啊，人也许会能够寻找一种安顿之处，会疏解一种悲剧的情怀。这是点点滴滴的，后来变成东坡一种啊，很能用来化解自己悲痛的最好的方式。人与人之间，人回到历史的长河去对照，然后去回归自然。因为你看，念一照前后之路，有用的方法，重要的方式，自然是最好的一个疏解悲痛的一个良剂。那这次里面是，我们已经看到端倪，还没有看到它很清楚的一种表现。好，这个之后呢，我们再看了当年的秋天，东坡就开始处理另外的情怀。就兄弟的移民的情况，本来来密州就是跟你见面，没想到一年过又一年的，好，到了第二年的中秋，东坡还是没办法跟爹地见面，就写那个很有名的字，68首的《水调歌头》。那我就先停一停，好，就是我们等一下一起把这首诗跟大家去介绍。好，我们就
讲这首68首的《水调歌头》。回想自己，我第一次第一首读到的东坡词就是《水调歌头》，当时是读国一，刚开学不久。本来有个老师来自台湾的，突然之间呢，他要返台了，就辞职，就请他的学妹来代课。我觉得第一次上课就是中秋节前一天，老师没什么好上，啊，既然中秋节了，就说《水调歌头》写在黑板上。写完呢，我就把它默念下来。当时老师也没解释的，只是说哦，这个跟中秋节有关的，很好的一些词，我都不晓得他讲什么。可是呢，很奇怪，这个词自己念起来很有感觉。回到家呢，就跟弟妹居然把这个词背给他们听。小孩子他们都听不懂了，但是我觉得我很有感觉。那也许是自己的生涯经验啦，因为从小学5年级到国二之前，我都不是跟父母住在一起的，我只有假日去家里面跟他们见面，拿零用钱。我住在另外的地方，所以我觉得这个词也许触动了某种似有若无的情绪。因为中秋望月，刚好那一天我也回家了，去吃月饼，所以有很深的感觉。所以文学阅读啊，有没有被感动？也许不是他词文本身，而是你的生命经验有没有刚好碰到的类似的一种体会。我觉得这是我读东坡词的第一首，我不晓得怎么说了，就是觉得，哎，我能够越来感觉到一种情绪，但是无法说清楚。没想到，也许这个是放在心里面，不思量自然亡。当我当了一个中文系老师，哎，辗转之后，最后研究起苏东坡，又讲这个词，对不对？很微妙的一种因缘的。那我们回到东坡啊，但东坡是有感而发，来到密州，本来是打算要跟弟弟见面的。东坡在密州，弟弟在齐州，就在隔壁而已。东坡只要稍稍请个假，花一两天，然后去跟弟弟见面，可以啊，多聊一聊。但没想到，就是抽不出时间来，所以又到中秋节了，每逢佳节倍以思亲。对东坡来说啊，他真的最至亲的一个人就是弟弟。东坡在诗里面说过，他说：“嗟与寡兄弟。”的确，他们苏家我们刚才讲过了，长兄很少夭折，东坡之后也没有兄弟了，姐姐也在啊，不久也去世了，所以真的苏家只剩下他们两个。两个人家乡一直长大，一直到考试，等到23岁，苏子由23岁，东坡26岁才正式分手。两个人在一起亲密的关系有23年之久，他的太太都没有那么长的岁月。所以对他来说，最亲的人就是他的侄子，他的弟弟。所以他说了：“嗟与寡兄弟。”很多人呢、啊，很多诗人有很多的兄弟朋友，但东坡真的很少，很少。他说了，所以四海一子游，他特别珍惜这份兄弟的情。那对他在词的世界来说，一般都是男女之情，也许萍水相逢所留的情绪不会深。那再不然就是送别吧，但送别都是暂时之间的一个见面就离别，但不像苏东坡很深的一份情怀，如何通过词来表达，这表达是怎么样，当然是就很不一样的一种内容了。那我觉得在东坡啊，纵然说多情应笑我早生画法，但这个情也是他能够安顿生命的一种力量，而兄弟之情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可以平衡他的内在，使得他能够理性面对人生的很重要的凭据。我觉得在我们的文学史上很少会只是谈这种的兄弟之情，以前的朋友当然谈的很多了，但是像文学史上像曹子建当然是不是很好了，兄弟很多的一种纷争，但东坡不是，两个会互补的个性，彼此扶持。东坡纵然最晚年被贬到海南岛去，可是因为有就弟弟相陪，他就勇敢的活下来，还是希望能够回到中原跟弟弟见面。最后没见面，我相信东坡已经知道，因为在对弟弟送他到海南岛之前，他们已经做了最后的告别，最后能不能见面已经并不重要了。人最怕就是
没有做最后的告别就有遗憾，如果已经做了告别，纵然最后还是见不了面又何妨呢？但对不管能不能能见面当然很好，对他们来说当然这些兄弟情就很重要了。那我们看得出前面的东坡第一首写给弟弟的词就是《沁园春》，你看到东坡这种心情的，要如何整顿好心情跟弟弟见面，他不能那么颓唐，让弟弟看到自己难过，他希望能够唤起过去的记忆，然后兄弟那份打拼的精神然后燃烧起来，跟弟弟见面应该有容光焕发的。但没想到来到这边又一年了，又不见不了面了，所以今年中秋节东坡是分外感伤，所以填了这首千古有名的兄弟的思念的词，他用词的词牌是《水调歌头》。好，我们先从他的序文讲起的。他说《水调歌头》啊，秉承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读东坡的文字啊，要特别小心的。就中国这个词是真的有为而写的，他就有个真的有清楚的对象，他也相信了弟弟会读懂他，但东坡也很怕弟弟呢，就是因为词会更感伤，所以呢，他就有一种扭扭捏捏，啊，就希望能够掩藏，但是这个呢越隐藏就越深刻的表达出他的感情来。那读这个词里面，我们先注意了，第一，东坡用的词牌是《水调歌头》，如果咱们没忘记的。东坡之前在杭州是听过《水调歌》的，他不是送别啊沉香的时候啊，写《虞美人》的时候，《水调谁家唱》吗？那时候我们也介绍过了，当时在离别的时候，突然听到不知道谁唱《水调歌头》，东坡是掉入感伤之中的，因为《水调歌头》本来就是个悲歌。如果你按照音乐来填的时候，应该顺着这个词的一个属性填出哀伤的情调的，因为他是隋炀帝啊，当时呢为了要慰劳那些开凿运河的民工，找乐工来填写的歌曲。唐明皇啊，唐玄宗在后宫听过这首歌曲，也认为很悲伤。其实东坡是透过他的记忆来，哈，当时在杭州听到就这首歌曲，所以他的把这个拿起来弹，所以看得出了歌词本身是令人动容的，是感伤的歌词。但是后来东坡写作之后呢，他已经不顾这个，写出另外的词出来，那是后话了。如同江城子一样，东坡就写出是。密州出猎嘛，但这个是往后的一个引申变化。但这个时候，东坡还沿着音乐的属性来点，应该是悲伤的。好，可是呢，东坡是说什么呢？你看那个拉扯了，因为我们前面看到的，东坡一方面用望江南来写了啊思乡的情怀，但是偏偏又是什么写在超然台州，里面有一个呢意为拉扯的力量，这是低又还想就是想力挽狂澜的态度。这首词也一样的。水调歌头是哀伤的，但是呢，东坡却顾左右而言他了。他说那天呢，秉承中秋，欢饮达旦，大醉。这值得注意了，他跟弟弟根本是撒谎。他说今天晚上啊，我呢在这一年的秉承年，在西宁的那个九年41岁这一年中秋节，他说到欢饮达旦，大醉。我好欢乐啊，好高兴啊，跟我的同僚家人喝酒，喝头了都醉了。第一就是呢，弟弟不是不认识苏东坡，你本来不喝酒的，你真的坏了都喝得烂醉吗？弟弟真的不相信，你休想骗人。但东坡就故意了，就是我真的好快乐了，你不要不信，我欢迎搭档，而且他喝得通宵啊，而大醉。那我们要了解东坡之前之后，实际上都很少喝酒，如果东坡喝醉要特别注意，一定是有苦的。而且真的是一种借酒浇愁的方式，所以欢饮却得大醉呢，平常人也罢了，东坡是不寻常，一定是有蹊跷的。好，这是一点要留意的。再来，他说了作此篇兼怀子由，那就妙了。哎，我要告诉你，我很快乐，我做这个词里面附带也送给你的，真的是这样吗？为什么有写《水调歌头》这种哀歌？为什么故意做欢饮达旦大醉？其实真正的用心就是因为兼怀，不是兼怀，主要是因为每逢佳节必思亲，就思念弟弟而来的。所以东坡做反话了，哎，弟弟是陪衬的，我顺便兼怀你而已。弟弟才不相信呢，但弟弟就另外一方面有同样的心情，对不对？事实上，从这个词里面，东坡的总啊左右这样的顾盼来写出这个序文，事实上呢，无形中流露他真正的心机的，怀念弟弟才是重点啊。
谁要见面又见不了弟弟，但是东坡不忍心说弟弟我好想念你啊，因为这样回答自己心也痛，也怕刺激他的弟弟，所以呢顾左右也言他了，哎，今天我还不错啦，听到还欢迎搭档的，但是呢你选择水流歌头就泄露你的秘密了，这是悲歌来的。你看到东坡的情绪的一种很复杂的，面对弟弟怎么样说才好呢？又笑出来笑不出来，又真的完全悲伤落泪，他也没办法这样，因为毕竟要不要让弟弟产生的心理的压力，也不能渲染的情绪。如果你爱一个人，不应该把情绪不断的扩散，让他跟着来悲伤的。所以东坡就做一种调整。所以词的写作里面呢，东坡就知道了，慢慢呢要理性一点。好，我们先看词里面如何欢迎搭档，最后怎么兼怀主流，在怀着自由的时候，如何从悲伤转出一种呢？一种希望，能让自己呢用理性来排解这份愁绪。这个努力会看这个词里面，这个词是要仔细读它的。东坡就可以给自己的指出一条呢可以疏解悲伤的一种方式了。以后他慢慢就深化这种体验，成为他一个很好的处理情绪的一种啊方案了。好，我们先看看这些词。而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唯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岂不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我们刚才一直提醒了词的境界，看最后收篇。这首东坡的收篇是美好的，他能从啊一种郁闷之中能够化解出来，往天上去延伸。景是大的，是辽阔的，它有个疏解的方式的。但在前面写起来是跌跌荡荡的。好，东坡看前面的确写他欢迎搭档，但东坡不需要写的欢乐的一个，他实际上有一个问题啊，一直萦绕的，就是他的主题意识的，就一直对时间的焦虑。人会老，最后会死去，什么叫永恒？人间在这么短的生命里面，为什么充斥那么多人的生离死别的事情？一直萦绕在他心的，所以开篇他就借这个呢，酒心呢就发出一个问话来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人说啊，他头发是李白，李白不写啊月亮的诗啊，用过把酒问月吗？青天有月来几时？我竟停杯一问之吗？东坡当然不是复制李白，其实呢，只要是敏锐的诗人，对生命热爱的诗人，都有同样的问话的。那这里东坡当然不是个物理的，或者呢一个知识上面的一个答案，寻找答案根本无解的。关键的不是真的要知道月光什么时候出来。我们现在可以用天文的知识里面推论的月球诞生的年份嘛，对不对？但东坡不是要这个答案，它是一个生存的问题，一个存在性的问题。为什么人要问天呢？用当年的楚辞写到屈原写天问，对不对？为什么问天？有感于人间的苦恼，没有终极的答案，希望老天可以给我们一种答案，来疏解人间的一种烦忧。关键是因为人意识到我们人间的太多复杂问题无法疏解，所以这里面是两个不同的一个存在情境的。有感于人的世界是一个相对的世界，里面充斥着各种的相对的情怀，各种的悲欢离合、生离死别，人无法去疏解。人只能一厢情愿相信的天是一个绝对的世界，里面没有人生的烦恼。如果人能够离开人间的处境到天上去，是不是可以解脱，能够解救了人生的苦恼呢？那是从这个意识开始的。所以东坡就问了：好，能不能一个天的存在？那天其实可以安顿我们的生命，人能不能逃脱人间的烦恼？对不对？所以最关键就是人就是感觉到人生里面太多苦恼的，所以借酒呢就抒发这个情绪出来了。好。明月几时有？明亮的月光什么时候开始的？春江花月也问这个，对不对？月光不晓什么时候开始，但是年年一月月亮依旧。那就把酒问青天，把酒持着酒，这是一个酒，就带放着一个酒杯的，持着酒杯来问那个蓝天，究竟月光什么时候开始的？
但我刚才说了，这个问卷不是真的追求一个科学性的答案，而是一个呢，有疏解一个生命中的存在问题的一个探问。因为相信月光就是一个永恒性的绝对的一个存在，人能不能够在那边，然后呢疏解人生的烦恼。然后上面接着的那个问题来问的，如果天上有个宫殿，天上有宫阙，那个阙啊，刚指的就是啊那个门宫门前的一个望楼了，那个楼台的阙，宫殿的宫殿嘛，对不对？不是天上宫阙。如果天上真的有神仙居住，有个宫殿的话，那就好了。能不能神仙告诉我好了，今夕是何年？那今年是哪一年呢？那当然，东坡可以来推了。现在我们是宋朝，是宋神宗的熙宁九年。那我们可以从这里面推，哎，从唐虞夏商周，我们中国历史的3-4千年的历史，那我们起码就可以知道人间历史的一个来历，对不对？如果天上有宫阙，证明里面有，也许有神仙有居住的，他能不能告诉我呢？你们今年是哪一年？玉皇大帝几年？如果有个年份的话，就会追溯它的起源。都不得这样去，就不断的很具体问出个答案来的，不知道今夕是何年。当然也知道根本没有答案，好像它是永远有人类历史上的存在，所以它是一个绝对的存在。那东坡就说了，那有感觉人生的一种很多苦恼无法排解的，那能不能超脱我们现有的人生相对的情境到天上去？我不需要一个答案，实际能够到那个世界去，然后忘掉人生的苦恼了。所以我就有个举动了，我欲乘风归去。因为东坡喝了一点点酒，有一种飘飘欲仙的感觉，所以在陈氏呢就做这个探问了。那我就很想呢，像列子一样的御风而行。到唐宋以后啊，李白还会啊那个炼丹，但唐宋以后呢，文人就很少在啊浮石求神仙了，因为呢。你没那么有钱了，你从葛洪一样的炼丹的话，哪有几个人能够支撑得起的？就买很多的材料了。李白有钱可以做啊，就炼丹。但东坡的年代已经不相信这一套了，所以所以呢，借酒然后产生一种迷失的感觉，以为那种飘飘欲仙。当然呢，列子也有御风御行的一个事情嘛，所以他说，我能不能就这样呢？啊，这种带着这样的身躯的轻动的感觉，然后飘到天上去呢，我欲乘风归去，是想了，我想呢，驾风而行到天上去，为了就是要挣脱人间的这样的一个烦恼。大家，你看看里面有个差别来的，跟李白不同，唯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东坡还是有所担心的，还畏惧的，他还有一个意识，有个理性，让自己呢无法真的乘势而到天上去，他拉扯回到来的，因为他担心呢，不晓得那边有个琼楼玉宇，琼楼玉宇啊，指的就是用美玉做的楼台，是月宫里面晶莹剔透的亭台楼阁了，我能不能安住在那一边呢？我就怕那个地方让我什么高处不胜寒。这个高度让我呢不生其寒，那个不生其难以抵受忍受得了那种寒意的。这时候就看到东坡的理性出来了。怎么说呢？一个东坡有实际的一个生活经验，东坡喜欢爬山，他有去过很高的山。那我们都知道了，从平地到山上去，那几多少的一个长度，然后呢山高就有多气温就降多低，你会知道的。你抵受不了，因为月宫是那么高，我们可想而知的，你爬上那么高的山，已经温度降了10度、5度以上了，那你不如说到更高的地方去，你是忍受不了，那是可以自己可以啊用经验的推论出来的。再来就是，当然不是身体受不了，而是心灵的问题。东坡也读过，我相信他也读过李商隐的诗，李商隐一首叫《嫦娥》诗，你看当年嫦娥偷的灵药，对不对？这换来是什么？嫦娥偷得灵药手，碧海青天夜夜心。那是李商隐写的嫦娥诗，也是夫子知道那种体会。你有了那么高的才华，用嫦娥有了这样的长生不老的寿命一样，你要面对什么？有了永恒的生命，换来是永恒的寂寞，你能够忍受得了吗？通波是爱家人、爱兄弟、爱朋友的人，你能够自己独自逃到月宫去过着绝对孤寂的生活吗？那种冷不只是体肤的冷，而是绝对的孤独带来的一种感受，
你承受不了的。东坡宁愿放弃这一切，无法真的抽身到月宫去，唯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这个寒子从这里引申出来，一个是真正的高度，一个就是心理的感受，我没办法忍受那种绝对的孤独。谁要连嫦娥在李商隐思考的时候都觉得那一种真的值不值得呢？文人开始都有怀疑这一点。好了，这里我们能看到两个诗人的差别，一个是李白，一个是苏东坡，两个都有登月的一种欲望，那两个态度不一样的。对，那我的老师啊，正那个叶嘉莹先生呢、啊，也曾经呢就比较过两个人，但是从很多书本里面看到两个人的生命情境会对照出来。那我们都说两个人的天分很高，都是仙人在世的感觉，但两个人的态度有一个反差的，怎么有差别呢？李白啊，成为仙而人的一种生命情调。我们知道李白的雅号嘛，谪仙人，对不对？称为诗仙。他的出处是这样的，当年李白、啊、离开四川成都，他十岁之前、啊、他的父亲从西域把他带回来接受我们的中华文化的熏陶，对不对？在那边成长，家里面有点钱的，让他可以学、啊、很多的剑术啊、炼丹等等的。可是他不能都蜗居在四川、啊、所以他二十几岁的时候呢，他就离开了那个四川往京城去了，走的是蜀道。所以在当中呢，他写的时候很有名的诗叫《蜀道难》，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话说呢，他当时啊二十四五岁的时候呢，来到长安道上，然后在酒家呢碰到了贺知章。贺知章大家都晓得了，他是一个老诗人，很有名望的，吟咏八仙歌的其中一个名诗人嘛。那东坡那个李白就把诗啊呈给贺知章看。和尚读到这蜀道难呢，惊为天人，所以大赞他一声，称得天上谪仙人也。从此呢，李白谪仙人的雅号呢就传播了那个长安城。后来呢，也经过介绍啊，贺知章的推荐呢，他就进入了那个唐明皇的姐姐玉贞公主的一个门下来服务。那不久呢，就从玉贞公主推荐他走到唐明皇唐玄宗那边去担任翰林大学士。没想到他发现原来翰林大学做了一个芝麻绿豆好像一个苍蝇一样的工作，他就是不到一两年他就辞职离去，最后呢就浪迹天涯，然后呢最后就因为支持了永皇陵的谋反，就被判了 流放夜郎，郁郁以终。所以对他来说，天上谪仙人是个雅号。可我们想想看，一个人呢，如果是从天上掉落凡间，如果啊，他经过忘川，忘掉他的前世，还保留一点点法力最好，来到人间他都很自在的。所以凭一点的财分，一点比你更聪明的能力，会战胜你，取得他的名位、他的声望、财富，那是很好啊。但怕就怕什么？你忘不了以前在天上的种种，掉落凡间之后呢，就是一大的苦恼了。为什么？你要接受人间的一种礼法的约制，可是平凡人一起，你往往就瞧不起他们了。偏偏那些人呢，就是道理很多的一些不合作攻击，你如何是好？所以啊，所谓仙而人的个性，注定是人间的大悲剧。你没办法委身于人间，跟人是这样相处的，你老是觉得就自己比他们都好都出色，你是绝对的孤独寂寞的。李白就只能借酒浇愁，每须一饮三百杯，与尔同销万古愁。所以李白是一个悲剧的人物，就由于认为呢，他没办法降为人间的一份子，他一直是自视甚高，认为自己都高高在上，连皇帝他都瞧不起，这种人如何能够自处呢？他是悲哀的人。那东坡就不一样了，东坡来自民间，跟着兄弟成长，很好的父母的教导，他也接受他的身份，他是一个平凡人，可是呢，他比一般人多了一份财分，一份仙才仙气，因此呢，人间的苦恼可以借这份仙才仙气呢再以化解，所以就能够呢过了不一样的人生，可以比较舒坦一点，那是不一样的。我们从这种呢对啊明月的一种期待，是攀月登月，就看到两个的差异的，对不对？东坡是
宁愿做人都不要做仙。假东坡假那个李白就不一样的，希望能够摆脱凡居到一个仙人一样，所以两个落差在这里的。所以当李白有一首诗啊，送给他的一个教书俗云啊，写一首诗里面中间有几句这样写的，他也曾经想到天上去了。他说啊，居怀异性壮士飞，他跟那唐那个他的族叔啊李云说了，我们一起都具备什么呢？异性。高远的一种情怀，应该是啊要正扬起来的，要壮士飞，要怎么办呢？哎，做个象征的，遇上青天揽明月，我们把天上的月宫把它摘下来，意思是什么？我掌握到永恒，我们呢以我们的文采，可以注定可以不朽的，用那个会抵抗时间的变化，因此我们就可以把天上的月光抓住了，留在月间。但是问题是啊。你真的能够掌握永恒，能够住在月宫，过着永恒的生活，你根本是妄想。李白最后也意识到了，好了，攀得越高，跌得越深。后面呢，一接着来说的，他说：“抽刀断水，水更流。”那个刀代表那个男生的生命意志，要砍下去的。那水呢，代表时间，是时间的象征。我们的人为的意识，想力挽狂澜，跟永恒拔河，拿着刀来把时间中断。然后呢，掌握的时间，结果你发现你失败的。你越有这种意识，你发现时间流得更快，抽刀断水，水更流。人无法用人为的生命意识可以拉住时间。但李白也不甘心，一直都跟他对抗，所以一生都是悲痛创伤，对不对？所以只能最后什么化解不了个悲苦了，只能举杯浇愁，愁更愁。不断的喝下去，一辈子都喝不完，因为愁太深。东坡的酒有节制有意思，因为他的理性告诉他不能做这样的举动。李白才是最好的一个个案，东坡不能够再犯这个，所以东坡就反过来说，所以这里呢，东坡就保留了，我欲乘风归去呢，他不能一往情深就往正上去了，立刻他理性告诉他不能，唯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转了一想呢，不应该如此的，人何妨啊？接受你现在一切吧，不要妄想能够脱离你的凡居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好，因为有这份体会的时候呢，结果呢得到另外的快乐了。所以他们上面转过来说啊，去了天宫也没有什么遗憾的。你看看天下今天呢，不是很好吗？八月十五跟家人在一起，跟那些同僚在一边喝酒，所以他说了：“起舞弄清影，何事在人间。”今天也不差了，不在月宫，但起码月光可以相陪啊，对不对？还自己跳起舞来，逗弄着身边的清丽的影子，月光的影像跟我的影子融为一体的。那这里何事在人间？哪里在人间呢？只有心灵自由，能够和乐在一起的融为一体的话，人间就是天堂。何事在人？我们不需要。把人的那个凡趣抽离出来到天空去的，心灵的自由这是最重要的，就能够泯灭这个差别相的，这是很重要的 一种体验的。对东坡来说啊，一直以来东坡当然都有个很强烈的入世情怀，他并不是一定 要逃遁到仙界去的。纵然后来他喜欢陶渊明，但东坡一直以来都不想呢真的效法陶渊明的辞官归故里的。一个就是呢，现实的考虑，经济没办法支持；再来就是呢，儒家入世的情怀不能呢突然落空。所以这种呢，心理，这种还有身体的一种感受，对东坡来说，入世情怀一直都在。所以遇到人生的挫折的时候呢，他可以借一种啊佛家庄子的思想来帮助他化解人生的苦闷，表达为旷达的人生。但他从没有过要隐遁或者呢逃到仙界去的那种想法，因为对东坡来说了，人间就是他的福地，在人间之外没有真他所谓的天堂，对他来说能够安心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他永恒的家，永远的家。所以这里这个晚上呢，能够起舞弄清影了，那。哪里在上人间呢？这里简直就是如同天上一样，心灵的自由才是最重要的，不需要呢往他处去求取，也不要摆脱我们 人的凡躯 人际的关系去取的那个东西，你得到也不快乐，而且永远是孤独的。
东坡宁愿不要，因为人情才是最美。这是东坡的一种体会，上辩是这样的，有这样的转折，他有化解的方法。好了，但是喝了酒有这样的解脱，那很好。可是问题是啊，今天所有明月几时有把酒问君，最大的人生苦恼是哪里呢？因为今天是八月十五，重要是一份呢思念弟弟的情怀，这个无法化解的。刚才戒了酒了，可以有这种飘飘欲仙或者化解的知道。当了夜深人静，酒醒了，然后躺在床上看着月光的变化的时候呢，开始又开始思念起弟弟来了。因为这种情怀是不思量自难忘的，所以下面呢，东坡就重新面对了这份离愁。好了，下面呢，东坡就认真的要面对这份呐、月光的转变带着时间的意识的那种啊，因为别离的一种忧惧。好，上面说了，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如果你住在月宫，当然没有时间变化，但你要接受繁体的话，你必须还是要正视啊时间推移的事实。你看，现在有看到月光了，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今天会变化的。刚才喝了酒都忘掉这一切了，以为月光就永远在这边。现在呢，认清楚人的事实的时候呢，回到人间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受的时间的约制的。好，现在月光呢就转移到红色的楼台来。也许他的官衙，他住的地方，转朱阁，低绮户。本来月正当中，现在月光已经呢慢慢低沉，一天就这样过去了。从八月十五已经转到人都差，人都八月十六了。清晨的时候，那滴滴呢射进了雕花的窗户来，照无眠，一直照的一个失眠无法入睡的我的身上。无眠不是别人的，是东坡他自己，照无眠。为什么睡不着？一直看到月光的变化，当然就因为这个时间的一个意识，就想到了空间的别离的一种憾恨，所以东坡开始就产生一种的，刚才的喝酒那种东西都忘掉了，就回到了一个眼前的事实来，那如何面对呢？好，他就不禁的就诘问这个问题了，他说：“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他现在的对象是月光了，他们月光了，好，我把你当朋友吧。你对人应该是没有什么样的怨恨，很对人是应该没有恨意的。但为什么偏偏在人离别的时候特别的明亮，特别的团圆呢？就造成月圆人不圆的这种事实，多么令人惆怅。开始东坡生出因爱而生出恨来，月光为什么你对人的是那么样的，好像故意的去逼出我们的离愁出来？难道你对人有恨意吗？这一点呢，东坡啊，如果呢欧阳修还在世，听到东坡这句话的话，应该呢他会把他的词拿给东坡看，你没有读懂我那几句词啊。欧阳修啊，曾经在《玉楼春》里面说啊：“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你懂吗？月光没有什么恨不恨的问题，是人的问题。谁要你有份为情和执着的心呢？是人的问题，是你太痴迷了。欧阳修都做过了，所以啊，东坡不能再犯。但东坡那个时候还年轻，还是在悲伤之中，所以就忘掉这个教训了。所以人呢，就陷入在这种情绪中，生出这个恨意来的。但事实上呢，月光跟人是没关系，是由于是人的痴情的缘故，与月亮是无关的。但是人就是往往都是自我做苦了，把这个恨呢就扩散出去，自然难以解决。当然东坡接着呢把它宣泄出来是好的，东坡起码不忍把那个怨叹呢就说出来，但是稍稍的平静下来之后，他缓和了情绪了，试图呢用一种比较的理性的思辨方式呢来透悟出一番道理来的，来化解因为空间离别而带来的悲感。他怎么想呢？他后来想的，他说：“人有悲欢离合，月人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可以东坡掉一种思辨之中，人能够从情绪中跳出来做一番的思考论辩是好的，起码你的理性会出来。他想到了，好，因此就可以化解了月光的一种恨意吧。他想到呢，人是无可避免的会有悲欢离合的状况，那是事实。
再来的时候呢，而月亮呢总是循环着阴晴圆缺的现象，因此啊，把人间的那个悲欢离合跟月光的阴晴圆缺所配合的话，很难都是十全十美配合的那么好的，不一定是月圆人也会团圆，也不一定是离别的时候月光就是暗淡是残缺的，不应该痴求于这个，这都是相对的，那很难配合的完美，当然自有不可啊填补的缺憾。那人生的真相就这样了，何必耿耿于怀呢，让自己执迷不悟呢？那东坡唯一能肯定的就是人间的情谊，所以他里面呢就想到了，好，这是相对性的，唯一不变什么，就是我跟弟弟的情，这是不变的，应该用这个来克服这种相对性，最要肯定这个，能够抓住这一点的时候，人生就不会在这种相对情况里面呢纠结不已了，为今天月圆不圆里面去感伤，因为就根本这份情去超越这份呢圆不圆的这个现象，人就正视这一点了。中国走呢，哎，不在于我们见不见的，这份情应该有在的。所以在这个想定中的时候呢，东坡就生出一番道理来了，他都体会到，哦，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他既然情感是最珍贵的，我们只能呢就期盼着大家彼此好好照顾好自己身体，只要彼此无恙，纵然人隔千里啊，只要共同抬头看着明月的时候，那个美丽的月光就是我们的情感交集之处。所以在这里呢，月光会跨越时空的藩篱的，那你会想象的，因为如果自己生了怨叹的话，那我们看月光，月光的完美对着人生的缺憾，你不断会生恨。但你想想看呢，现在月光的明亮是怎么来的？现在我在这头看的月光，好了，你要想象呢，对方也在另外一头看的月光，因此彼此都把自己的期望、希望呢，都投射在月光上面。所以月光不是个冰冷的月球，它是汇聚各种人情思念的一个交集处。所以月光是温馨的，更能见证了人间的思念，彼此思念的美好的一面的。所以东坡这个月光呢，就改写了李白。李白的月光是孤独寂寞的，东坡的月光是饱含的情感的。为什么？都是可以透过月光来彼此思念，教会人情的归宿。所以你这样看到月光，不要悲痛，你要想象呢，月光所以那么明亮，因为对方也是同时看着月光，思念着你。因此它是汇聚所有人间情谊的一个所在的，对，这是很不一样的一种体会的。只要人长长久久，纵然我们此生不能见面，隔着千里之外，可月光就是可以把我们交汇在一起，可以泯灭那个时空的一个分际，我们就是一时间就可以从月光的明亮照耀出彼此那份心。但是在月夜文学里面的书写上，这个当然是一个新的起端了。它是不是李白的孤绝月光，东坡的月光是充满一种温度，一种热情，充满了美好温馨的感觉，是人情相亲的交集处。所以这里为什么我们到现在纵然过了那么多年后，每到中秋节，大家去想念的句子都这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那个“共”很重要，不能只想到自己孤独，对景成山人的寂寥。你应该相信，这个才是我们人情的共同可以啊依靠的一个凭据的，会印证彼此情感的一种啊共同的体验。那个“共”很重要，成为一种寂寞的孤独的感觉，那是彼此可以交汇情感的最好的方式。而这首诗，这首诗就写出一种不一样的意境出来。我们说了，从前面两首的《江城子》一直到这一首，东坡就从啊极端的好、最悲切的一个深婉的表达，到这首呢，哎，突然有一种不一样的体会的，因为思念弟弟，因为这份情的那份体会，他得到一种另外的救赎。人生可以没有遗憾，纵然不能见面，这份情怀很重要。
但这个当然有些时候知易行难，都突然就体会到这个。但如果真的体会到，能够化为一种旷达的情怀，东坡还需要余生不断去历练，来体悟到一个更深刻、更高远的意境。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起段是很重要，往后东坡词就有个化解的一种方式的。那这首词，我们就看得出东坡就。我们说指出向上一路，用我们的抬头看的月光，月光不是那么冰冷那么无情的，它是充满了情意的一个明月。那这首诗我们有，如果你能够读通这个词，就知道东坡未来的意境怎么开拓，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种方式。好，水调歌头，我用广东话念给你们听。好，我只念了，不要吟诗好了。水调歌头，水调歌头，广东话是九个声调嘛，国语就四个，所以当然一个音色是不一样的。好，是这样写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唯恐停留玉宇，高处不胜寒。岂无龙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朝暮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好，就这样。中国抒情诗词的一个美，除了它意境我们体会之后，我希望大家就是用你的习惯的平常用的语言多练几遍，会别有体会。我是用广东话，那时候的母语，如果你是客家、台湾的、闽南的，你都会用你的语言来多练几遍。越亲切的语言，越起来越真诚，越感动，对不对？自己都会自我陶醉一番，不妨可以多体会中国抒情诗歌的一种美感。好，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下面的时间也不够多说，对不对？我们就先暂时停留在这个。那密州词还有后面的发展呢？东坡后来也面对了，也要送别，即将要离去。那在这个过程中，还有另外一首词叫《雨中花漫》，大家去看看。东坡就写出一种不一样的时空的一种词，透过一首词啊，可以写出了从一个循环的时间的变化，还有空间不断的扩大。我们说了，把时间拉长，把空间扩大，个人的孤独感越深，生命的意识就更强烈。所以东坡词一直推向到这边，最后有人生如梦的感叹出来的。下面我们可以从密州到徐州，看到整个词的变化了。中国的词写的就是这些已经跨越了一步了，以后跨得更深更广，因为它拉大推广了时空的感思，个人的孤独感映照出更深层的生命反思。下面我们就看这个段落好了，下去先带来看看后面的篇章好不好，谢谢大家。